今天是泼水节。这儿过了，怎么你们这扇子都破了？挺好，这还一把整的呢。啊，真不错。嗯，这俩孩子是我徒弟。哎，原来是国家游泳队的。这儿练的扎猛子啊，你小那个没基础是吧？干这个来了，要说相声了。哎，像他们这演出呢，这叫噎场。哎，中间插缝，行话这叫噎场。对，包括之前还有大胖子噎场那个啊。好，我最喜欢他。哦，好奇他。大胖子王玉波。对，多可乐呀。嗯。打小就聪明，是咱跟徐德亮同班同学的。哦，他们同学小时候他要说相声来，哦，老师不收，不让来，太胖，怕他智力受影响。他爸爸带着来的。哦，老师求求您，我们这孩子要说相声，说情来了。老师，我考他吧。嗯，一加一得几？王爱国想想，六。这还想呢？他爸爸急了，老师对不起啊，认生，您再给他一机会。嗯，一加一得几？四。还是不对。老师对不起啊，谢谢，您再给他一机会。哦，一加一得几？十五。往高了猜呀、啊！爸爸汗都下来了。嗯，老师再给您机会吧。嗯，一加一得几？二。啊、哦，这对了。他爸爸急了，您、嗯、再给个机会吧。好嘛！给您机会吧。说相声啊，嗯，脑子得好，对，而且来说人情世故都得知道。哦，懂得多。哎，心要好。嗯，心术不正容易让人看出来。是吗？教您一诀窍。哦，这个演员台上什么样台下就什么样。啊，这一样的人台上一站，他把他内心世界全表现出来了。哦，你去琢磨去吧，百试百灵。对，平常是个反应，您可能没接触过相声演员台下。嗯、你看他台上什么样，他台下就什么样。哦，是不是、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希望相声演员多厚道一点，对，省得露了馅儿。拿我们跟观众来说吧，啊，咱们之间这个交往也很主要。是吗？我们跟您啊不分高下。哦，台底下做什么工作都有。嗯，保新大企业家老板，再不就政府官员。嗯，也被不哪位非洲哪个酋长的娘娘上这儿来了。这哪有准啊？哦，没准。这没有准啊。嗯，但是不管您什么身份，进的门来往这儿一坐，咱们就是朋友。哎，谁也不高谁，谁也不低谁，都平等。人活在世，没有亲戚可以，没有朋友是不行的。哎，那倒是，这是最主要的。嗯，我们哥俩来说，嗯，好朋友。对，台上好伙伴，台下好弟兄。哎，有交情，超过了普通朋友。是，他对我，嗯，百分之百。哎，好啊，要不然能合作这么些年吗？对，我有个头疼脑热，他比谁都着急。可不，他病了，我不能不着急吗？我看病去，嗯，打针吃药，噔噔噔，楼上楼下跑，哎，他忙活，就忙着他，不容易。古话说得好啊，啊，百日床前无孝子啊。我儿子又当如何？别比了啊！我就是那孝子，是怎么着？不是，你有病我也得管呢。哎，您一样着急呀、啊？不是说别的，两个人就跟一人似的，这都互相的。李谦病了，我急得跟什么似的啊？北京、上海、广州找大夫去。哦，求医，甭管多少钱，嗯、啊，能治吗？有救吗？花多少钱？我掏。您给。我着急，急死我了。是，大夫只要一摇脑袋，这我没把握，我眼泪就下来了。你看，我得救他呀。啊，一出门。哎，电线杆子上贴一小广告，有救了。好嘛，我这个心算是搁在肚子里边，行，死不了，一针灵嘛，是吧？别贴这一针灵了，这是我这病都跟电线杆子上贴着呢。你看，偏方治大病嘛，这行了。你要丢了驴了，你也得吃泻药。哎，
这就不害的，这个是不是跟我那病没关系，说这意思交朋友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瓦岗一炉香，这怎么讲啊？桃园结义刘备张飞沙僧仨人一出哪儿，你先等会儿，不行不行不行，行了行了行了，这红楼你等会儿别说了，哪儿啊怎么了，这桃园三结义串三本书啊，这这把仨人吧，谁来着，刘关张沙僧，沙僧跟谁，哪有沙僧啊，刘备张飞关羽这仨人，刘关张嘛是吧，一个头磕地下了，一个娘生的一样，还能跟亲兄弟似的，宁学桃园三结义啊，不学瓦岗一炉香，瓦岗隋唐演义有这个哦，瓦岗寨46友光机一个头磕地跟亲哥们一样，嗯、啊、到后来这一下子一个人起义歹心哦，瓦岗寨这点交情全撒了，就瓦解了，别瞧这了啊，是不是现如今也有这好朋友哦，但是您注意啊，酒肉朋友不可取，是说吃吃喝喝，哎走吃饭去，这都有他头一个，哪吃头一个，摊点什么事跑了哦，又没他了，这个不叫朋友哦啊，还有那拜把子兄弟，那干哥们儿，干哥们儿后台徐德亮亮子今儿跟我说了，呵我跟您说师哥啊，我跟王月坡拜了把兄弟哦，他们哥俩拜了，王月坡是我的大哥，好啊，我说你干嘛非拜他呀，是啊 你知道我嫂子多尊呢不是啊，什么心眼啊，这是是不是，哦瞧上嫂子了，那由此可见月坡也是很厚道的人知道吗，这还大方交情，这种结拜这叫金兰之好，哎拜金拜金兰干哥们儿，嗯现在是不多但也有哦，可能有的年轻的朋友不理解，是怎么回事，举个例子，嗯往拿老人来说吧，哦您的父亲我的叔，哦我父亲老爷子比如找我来了，嗯德刚啊，嗯有一个问题困扰我一生了，哟我闹不清楚啊，什么问题，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学术性的问题吗，嗯哟老爷子您别嫌弃，我知道的我说您说什么事儿吧，哎什么事儿，我搞了一辈子科学研究，但有一个难关呢我攻克不了，您说一下，你看这怎么回事啊，啊远瞧灯大近瞧大灯笼，走进留神看灯笼进窟窿，嗯我这一辈子我没闹清楚，破灯笼啊，不对可不是就是破灯笼吗，这个你爸爸听好那么回事啊，才明白痛快了啊，一辈子的困惑解开了，呵无以为报，咱俩拜把兄弟啊，那拉平了，这就我说比你大你是我兄弟，那不是这行了什么呀，嗯说我爸爸一辈子没听过相声是吗，他哪听过这个去是吧，这就拉平了，这不像话，就像哪知道这个是吗这就是金兰之好啊，过去来说啊交情好的有几位，都谁，杨左之交，杨左杨觉哀左伯桃，哦有这么两位，哥俩一块出去求官去，哦半路途中天降大雪，俩人的衣服很单薄，带的吃的也少，哦连吃的带衣服给一个人吃，这人也暖和了也饿不死，哦要俩人都分着一块得死，哟你说这玩意儿啊，左伯桃把衣服脱下来、嗯、把吃的都拿出来，兄弟你来这个给杨觉哀，你拿走你穿上暖和和的啊，以后想着把我埋了，哦这个交情太好，自己动恶而死，哦如果说咱俩人搁这个情景，你能为了我动恶而死吗，我行啊，死去死去，杨觉哀也不错呀、哎、杨觉哀做了官之后厚葬左伯桃啊，哦后来左伯桃托一梦说你把我埋的地儿啊跟荆轲挨着，荆轲刺秦王的勇士，哟他晚上就找荆轲打不过他啊，杨觉哀一听拔剑自刎，这干嘛，此事也埋在这儿叫二鬼战荆轲，一块打人家多不容易啊，好啊咱俩人要搁在这儿，你能像杨觉哀似的自刎为我而死吗，没问题，呵死去痛快了吧，您先等会儿，我算交了好朋友了，等会儿吧郭先生啊，咱是好朋友，我问问您，嗯如果咱俩是这样，您能不能像左伯桃似的把这东西都给我，然后您自刎，咱俩二鬼战荆轲，咱来一个，您行不行，打荆轲呀，啊荆轲太愣了他连秦王都敢刺啊，何况俩说相声的呢，这时候怎么全想起来了，是不是啊，啊咱们像理不像人，哦
事儿得顺办。怎么个顺办？你迁坟呢？我跑啊，对不对？哪儿都是办法。海葬，海葬给你捞出来啊，弄好了磨成粉，来电扇一吹，也是个法儿。这什么法儿啊？这是好朋友吗？就这么朋友啊？比喻，这里没咱事儿，别瞎掺和啊。那咱俩甭跟人掺和。还有这子期听琴，俞伯牙摔琴啊。俞伯牙是晋国的大夫官，对，那年头都是天下访贤哦。走到这儿，坐在那儿一弹琴，嗯，把这瑶琴拿出来，珍贵无比啊。是，坐在船上，琴更好了，当当当滴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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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王天子哪儿就行了。呀什么呀，您说那这么弹的那个什么这样没有，这什么呀，没有，不许歪着点头吗？摇琴啊，摇琴正弹着呢，正弹着呢，钟子期打那锅一听，呵，弹得好啊，嗯，好，哦，咦，他也叫好啊。哦，也叫好，你叫好啊！嗯，伯牙把他叫上来，俩人一盘道，哦，这怎么回事？钟子期一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一说，哦，俩人八拜结交，哦，到后来子期死了，俞伯牙很难过，嗯，子期不在我，我对谁弹呢？哟，拿过瑶琴，啪就摔碎了，哼，捧着碎瑶琴来到保险公司，你看这个，蒙保险去了，上哪？鉴定一下，这个，这，你行行行，没有保险公司什么事？交情嘛，交情嘛，啊，说这意思，哦，交朋友要长住了眼，哎，得认对了人，不是什么人都能交。是，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哦，还有小故事。漫天飞雪，冬天有打树上掉下一只小鸟来，麻雀打窝里出来，毛都没长齐，哟，刮风下着雪，嗯，冻饿而死，马上就完了。哦，寒风凛冽，小鸟跟这叫唤，眼瞧等等等。警察打倒我，手机留神看，等着您窟窿。我爸就是那鸟啊，叫嘛，鸟叫唤，怎么全叫这个呀？我很可怜啊，马上要死了。啊，来了一头牛，哟，走到跟前，牛一抬尾巴，扑嚓，对，弄堆牛粪，哟，把小鸟盖住了，砸着了。可是很暖和，鸟活了，它这就活了，它没死，嗯，活过来，来在牛粪里边唱歌，还唱歌，来敲灯笼呢。你就会这套是怎么着？行行行行，这鸟还拍手呢，还没听说过，甭加身上了，这没有。那他唱吧，那高兴吧，正高兴呢，打那边来一狼，有动静，拿爪子扒开牛粪，把这鸟汤给吃了。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很多道理啊。告诉什么呀？不是每一个往你头上弄粪的都是坏人，也不是每一个打粪里把你救出来都是好人。如果深陷粪堆，记住了，闭嘴是很重要的。知识啊，就这知识啊。您这人太善于总结了，是不是？你细琢磨去吧，啊，细琢磨很有道理，是是。所以说交朋友一定要长住了眼。对，今天来的朋友来着了，啊，告诉您几个秘方。秘方？有这么几种人不能交。都哪种人？打车抢着坐后头的不能交。怎么坐后头不交？那车来了，打着他坐后头，他不乐意结账。哦，坐后头不结账。哎，车到地儿一般都前面这个，是吗？表一抢多少钱，这儿掏钱给，啊，这方便。他坐后头。当然了，有的时候坐后边，他也跟着抢着付钱，也给吗？哎，到了地儿了，唰一看十块钱，哦，他掏出100块钱美金来，这个和这个，胡来，谁找得开这个 啊？这没有，啊，人前面当然得说，哎，我这有，哎，人就给十块钱，哎，当然有时候他也有失算的时候，怎么？啊，掏出100美金来，嗯，使我这个，使我这个，哦，前面的掏出支票来了，啊，这得用你的，好嘛，啊，哪有这么够心眼的这个？有这电视剧吗？嗯，当坏人遇见坏人啊，有这么故事吗？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有这个洗澡后穿衣裳，这都不能交。这怎么了？哥几个没事出去啊，找洗浴中心洗个澡，聊聊天去吧。单有这个，去到那儿什么都要。哦，果盘啊，啤酒啊，饮料啊，炒饭，没有都不要，吃表愣吃。嗯，是啊，都要。要完了，找人按摩的，踩背的，拔罐子，刮痧的啊，好嘛，就差找一法医验尸的啊。那儿没有这个，都来一遍啊。嗯，该走了吧，人家穿好了这儿等着他卖。哦，一只袜子穿7回啊，呵，穿完一瞧，哎呀错了，这是右脚的啊，袜
的还分左右奖啊？快吗？穿好里边热呀、啊。啊，快点啊，快点啊，这两分，这都出白毛汗了啊。可不，我们外边等你吧。啊，走到门口银台那儿把账结了，人就付账了。都是先出去结账，是吗？没有说到这儿不结账的。哦，先生，您哪位买单？后边那个。后边。后边哪个？后边没穿衣裳那个。后边一百多位都没穿衣裳。是啊，哪有穿衣裳的？这样人不能交。哦，还有这吃饭快结账上厕所这都不能交。上厕所怎么了？哥四个吃饭啊，看差不多快结账了啊，站起来奔厕所。哦，哎，等着，人家这几位小等着呢，结结账吧。嗯，喊过来买单，结完账他回来了、嗯。哎，你怎么又结了？不是人结了吗？你就上那儿结去了，人家还不结吗？结手去了。是吧？啊，当然了啊，这个一个人行，你四个人都这样办，是吗？喝完汤，剔完牙，没事，四位都奔厕所了，全去了，都上那儿蹲着去了啊。一会儿伙计就进来了啊，蹲这四位哪位结账啊？追这儿来了，好嘛。所以说交朋友要长住了眼，哎，对，我很希望咱们两个人做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咱们两个人本身就是好朋友，超过普通的朋友的交情。哦哦，像一个人一样。对，您就是我的亲哥哥。哎，那您就是我的亲兄弟，是不是啊？哎，何分彼此，哪问贵贱呢？哎，上山时你扶着我脚，下山时我靠着你肩。嗯。不是脚，交情哥俩亲哥俩一样，知道吗？啊，我有了儿子是你的姑爷，你有了闺女是我的秘书。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好朋友，这里怎么还有秘书啊？你看，你看，你听我的，你听我的啊，我死在你后头啊，你不听我的，你死我头里边。我怎么老听着我死头了啊？交情啊，哥们儿，交情啊，没有这么说的。怎么说呀、啊？应该咱们重说 啊，重说。您就是我的亲兄弟，你就是我的亲哥哥，你姐姐就是我姐姐，我弟弟就是你弟弟，我舅舅就是你舅舅，我叔叔就是你叔叔，我父亲就是你父亲，你母亲就是你母亲。怎么那么乱呢？这里头不对了。我很欣慰。什么欣慰？太乱了。怎么了？太乱了。谁要说你不好我就跟他急，谁要说你不好我也不答应啊。为了你我能跟人拼命去，为了你我都敢不活着了。有人给我一人肉身这么长，哟，不要，给于谦送去。对，人要送我20条金砖，嘿，不要，给德刚拿去。有人拿那小木盒送给于谦啊，于谦打开一瞧，里边有一个坏蛋。嗯，你要留下了，你就是坏蛋，我能瞧着吗？怎么办？一把抢过来塞我兜里，我是坏蛋。呵，我呀从您兜里拿出来搁我兜里，我得是那坏蛋。我一把从您兜里抢出来搁到我鞋里边，我是坏蛋。从你鞋里拿出来搁我裤子里，我是那坏蛋。从你裤子里拿出来塞你嘴里，我是坏蛋。没那么塞的，没有那么塞的。交情啊？什么交情？裤子里拿着往嘴里塞呀、啊？拿出来搁在我枕头底下，哎，坏蛋！我抢过来搁我立柜里，我是那坏蛋。从你立柜里拿出来搁在我那箱子里，我是坏蛋。箱子里拿出来搁在小盒里头，完了我把它锁上，把钥匙扔盒里头，我也是那坏蛋。我不要了，给你。不抢啊！我费那劲呢、啊。扔我盒里边了，不成啊！你得抢啊，还得抢，得抢！哼，我下河摸去吧，东一摸西一摸，找着钥匙了。哎，开开你那锁，拿出来这坏蛋，嗯、我搁你家祖宗板上，我是坏蛋。搁我们家祖宗板上，你不好这个吗？您要这么说我也行啊。怎么说？从我们家祖宗板上把它拿下来、啊、我穿街越巷翻山越岭找到你们家祖坟，把打去坟头土棺材打开，然后把这坏蛋搁你们家祖坟的棺材里头，我得是那坏蛋。好，我把这拿出来之后，翻山越岭越岭翻山来到你们家祖坟，打去坟头土，把你爷爷的棺材撬出来，把棺材撬开了往里一放，嗯，还放不了。怎么？里边有一坏蛋。去你的。你们这刚才干嘛了？这是怎么这么大的土？这是，哎呦，可了不得了！谢谢谢谢谢谢！哎，来就来吧，还花钱啊？台上怎么这么香啊？于老师，哎，咱们来一回五坠子吧！我可不跟你来这玩意儿了。
来完这个他们说白着呢。是现在也没黑啊。今天是四队的开箱，哎，专场演出，德云社一共是五支队伍，是一二三四加上我们的青年队。对，青年队常年是在大石栏的广德楼演出，久站那个场啊。一二三四呢在四个剧场，嗯，张一元，嗯，三里屯，对，嗯，湖广会馆，是还有天桥我们这旗舰店。嗨，旗舰店。明天是湖广，对啊，就在我的母校对过。您的母校？我是清华的呀。哦，那地方水音重。是是，什么同学？哪儿就同学啊？嗯，明天晚上在那儿是二队，岳云鹏、孙越。对，明天晚上我们哥俩也上那儿去一块热闹热闹，捧场嘛。后天晚上我们俩上三里屯。哦，三队孔云龙他们那儿。对，我们也去。嗯，再转过天来在德云社旗舰店。哎，一队。对，正好是正月十四。哎，高峰高老师他们那队。哎。咱们庆贺元宵，热闹热闹，对，是不是、嗯？水平一般，能力有限，是，就是除了岁数比孩子们大一点，其他的也差不了太多。哎，难为各位这么支持我们来捧我们来，嗯，无以为报。嗯，四队的孩子们比较年轻，是。刚才您看见了哈，嗯、那个演员叫郭麒麟，对，是我儿子。嗯，今天跟儿子同台，我是。这叫什么话？这说是把我饶进去干嘛呀？他是。亲的啊，我也不是干的，正经吧？哎，谁正经？啊，孩子们很年轻、嗯，您各位就是捧着听，是这样，是不是啊？嗯，相声是语言的艺术，嗯，全凭两个人一张嘴往这一站，哎，有这个大褂就这么说，没这个大褂也这么说，嗯、都一样。老少爷们捧我们，对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嗯，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哦，人有朋友说了，我不爱听，嗯，很正常。哦，也正常。你不能强求人家，嗯，必须要求人家听相声，嗯，那就不对了。是啊，你看大伙儿都爱听，那时候一孩子不爱听，好唱，哎，好唱哈，上来咱演个五坠子吧。哎，嗨，全演五坠子，太喜欢这个节目了哈，对，解气。就是我为了这个节目救活了好几个面场。好家伙，啊，真挺好的。嗯嗯，话说来说去还是说到爱好上。嗯，哎，人各有志，不可强求。这倒对啊，爱听的人说相声啊，陶冶情操；好，不爱听的呢，说相声比较俗一些。哦，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理解角度切入点不一样。对，你比如说演交响乐，嗯，人家能接受，觉得哎呦真好、哦，高雅音乐。对，陶冶情操。嗯，有人说了不爱看，那也不行。你听了一晚上，也没个包袱，也没个笑料。交响乐哪有、啊？你看切入点不一样吗？对，你比如说啊，嗯，我带着一个小狗去听音乐会，哦，听交响乐，是我可能听得如痴如醉。您懂啊？我带着那小狗就未必跟我想法一样，他就不懂。你看小狗跟旁边也坐着，啊啊，人家指挥跟这儿，我那狗看一晚上准得纳闷。纳闷什么？这孙子还不扔？哎呀，拿指挥棒当骨头了这。切入点不一样，哎，没那么细的骨头啊。泰坦尼克号，嗯，沉船死了，对，对人来说就是世界末日，可不是吗？可是船上餐厅里边那些个活龙虾，那不就是生命的奇迹吗？这个理解角度太奇特了，嗯，所以说嘛，嗯，好多事，比如说啊，俩说相声往台一站，是郭德纲剃这么一头，于老师弄这么一个头，是，但是呢。都不爱观瞻，无所谓啊，配合每个人不一样的相貌，嗯，气质，嗯，对不对？你看于老师，你就想他要剃我这么一个头得寒碜成什么样，就个人留个人的头嘛。你看我要弄这么一头烫成花似的，嗯，不得让人打死，也不至于，是不是？嗯，喜欢相声都知道于老师好烫个头，除了您给普及的就没别人了。我是整理的，哎，整理，整理总结。于老师三大爱好，啊，抽烟、喝酒、烫头。哎呀，全知道了是吧？别这样，你们说的不齐啊！我们再来啊！于老师三大爱好是抽烟、喝酒、烫头。哎，
你们这有意思吗？这个非常有意思，挺好，挺好啊！我、嗯、还哦，再来一遍。哎呀，上瘾了是怎么着？你别拦大伙儿高兴、哦，再来几遍都行。哎，相声是越来越好说啊、哎！只要你们表现好一点，待会儿咱们还会无休止的重复。好家伙，豁出去了啊！其实有关烫头这个问题，我跟于老师也探讨。说过这事儿啊，我们都研究过。其实过去说相声上台都是剃光头，对，哪有说这说相声来小分头，嗯，烫个头，这不可想象，不多见，是不是？对，中国人过去都是拢发包巾，嗯，清理的没有弄头发的，哦，除了和尚，哦，过去说出家了，看破红尘，剃头了，三千烦恼丝把它剪断了，对，啊，我这踏踏实实的，嗯，老百姓没有动的。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对了啊、嗯、头发爹妈给的，掉一根都对不起父母，哦，所以中国古代拢发包巾，对，弄上去这儿来一个嘴儿留头，再插一什么簪子，对，都这样，一直到清朝，嗯，清朝全剃了，哦，对，脑门这儿这月亮门马子盖，哦啊，留后边，后边啊，因为满族人进来之后异族统治嘛，嗯啊，从这个方面告诉你先得归顺。哦，所以大清朝初年的时候有这么句话，叫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留一样，必须要改变造型，哦，都改成我们这样，脑门剃光，后边留辫子，是，哎，你要是留成我们这样的头型，可以留你的命，这叫听话了，否则的话杀头。哎呀，过去剃头的挑子上面单有这么一个，底有一腿儿卷上来，上面挂着、嗯、当旗杆使，有这么一块圣旨，嚯、哦，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后来时间长了也都把头剃了，啊，圣旨没用了，就改了杠刀的布，哦，挂那杠刀布，实际过去是圣旨，这是来历 啊一点一点的，这是都得研究吧，是不是？演员在台上也是，就是找什么样的发型最适合你，对呀、啊，不能胡来，咱们也见过呢，你比如说大长脸，长脸，大长脸就别留背头了，不好看吗？脑门三寸，啊，下巴磕二寸五。嚯！来大背头往后一背啊，这脸得有半尺啊，离远了一看，跟仙人掌似的。好家伙，大柿饼子了啊，多难看呢！嗯，还有那个小圆脸儿，嗯，圆的小圆脸儿，嗯，我们街坊有一小姑娘，哦，那脸比番茄大点有限。呵，好，就这么点儿啊，脸小她有办法，嗯，烫爆炸头，爆炸头，大爆炸，当年兴这个啊，嚯，你琢磨大爆炸头里边露这么一玩意儿啊。肩膀上涂了一堆铁爆花，好家伙，啊，铁工厂出来的，那净这个吗？啊，咱有见了五十来岁、六十来岁，这个啊，人家那有的谢顶了，哦，秃了，秃了，这很正常啊，这很高峰，这才多大就谢顶了都，啊，高峰就是这样，就是哎，但有的人爱剃头发，哦，这都卸的差不多了啊，啊，几乎全卸光，这儿还有一撮，有点，把它弄过来，哎，哎弄倍儿平啊。挺好，仿佛还有，那错不了，只要不刮风没事儿。要刮风呢？就怕刮风，蹬自行车就哇一刮风，是这儿什么都没有 啊，这儿二尺跟这抖楞着，哎，哇啊，顺风扯旗儿，你细琢磨吧，啊，不是客气 啊，谁跟你客气？逮谁跟谁打招呼在这儿？对对，这是招手吗？这啊，我琢磨是那个意思，什么意思啊？这是弄头，我这头其实当年我也。留过这样的啊，也这样过。小分头我也留过。哦，我要想留头发，我估计有一个月我就能留成这么长。这不头发长得快。其实留短头发特别难弄。是吗？我几乎一两天就得刮一回头发。哦，要不长得特别快。是啊，这个那会儿留什么三七的、四六的啊，分头四五五五的啊，中分分的倍儿细致哈，各式各样的，这么分那么分，反正老得弄头发。那这不好看，时间长老觉得就剃了吧。哦，我媳妇给我在家剃头。现在熟练掌握这门技巧，都行了啊！剃这脑袋有个三五分钟就剃完了，嚯，这么快了！哎，当年可不行啊！当年我说你给我试试吧，嚯，嗯，赶上我你来剃吧，呲儿哗哟，血就下来了，破了啊！没事没事没事，怎么了？撕点报纸贴着，拿报纸粘，呲儿哗，没事，呲啦啪，又粘一块，呲儿哗啪，还有呲儿哗啪，嗯。照镜子一看呢，怎么样？我这脑袋跟小金钱豹似的。嘿，好，改季凡喜了啊！嗯，你知道的还不少啊，嗯。后来我说别撕了，啊，你有整张的报纸吗？哇，
咱包一囫囵个的，没听说过啊。或者看周围没人，你一刀捅我得了。熟练工种，慢慢就行了。嗯啊，谦儿哥其实小的时候也留过那个小平头、小分头，都试过。现在岁数稍微大一点，他为什么烫头？就是头发稀。对了啊，折折丑。后来他自个儿也照镜子，你看我陈冠希，你我这个哎，头发稀，陈冠希干嘛？是是。嗯，头发稀，头别含糊，头发稀，那头发稀啊，头发稀都塌下来了。是，哎呀，大伙说吹鼓了他吧？对呀、啊，啊，然后烫一烫，蓬松点，站台上好看。哎呀，省点事儿，挺精神。小的时候没有啊，他比我大几岁。我们小时候，你听过小小子烫头吗？谁拾到头发呀？不可能，那会儿就是小孩们一天到晚的，一捂四脖子汗，流着头发都那样支棱着，也不要好。对，小时候头发还长虱子呢。那时候脏啊，那会儿净这个。当年不是现在，家里边说洗澡就洗个澡，是是，洗澡你不得上外头洗去吗？很不方便，家里边还得做水弄个盆洗头，麻烦。对，弄弄净孩子就长虱子，很正常。那就没人管，一长虱子就知道这人是个孝子啊。这都不挨着，您这，嗯，这长虱子跟孝子有什么关系？你太孝子了。怎么呢？长虱子，他上学校，他跟同学们顶牛玩，你怕吗？来，咱哎来。这一般啊，传的都是啊，啊，大孝子。不，这跟孝子有什么关系？他爸爸剃头的。我给我爸爸这揽买卖呢。啊，长一脑袋虱子都剃头去。不，去吧，剃上家去，上家。他爸爸高兴，给人剃头，哦、三毛五毛收，挣钱了、啊。过去没有现在这个，就是你们常去那个什么，发廊、嗯。谁常去的那地方？不是，你们现在烫头不都去那个洗头房什么？不，就没有，不去，不让去了。美发厅。哦，美发厅。哎，这个名好，这个名好啊。后来改了这个名，不至于让我们联想、啊、哎，对，就是当年都是剃头棚子嘛。对，他父亲小的时候学徒不就是吗？嗯，没有说一上来就让你拿着脑袋剃的。哦，那会儿学徒也不容易，跟说相声一样。怎么？什么叫学徒？给师傅家先干活。那是说相声过去一见面都问给师傅干过活吗？嗯，扫地、做饭、买菜、看孩子，给师娘看孩子呀，这都过程。让干嘛干嘛，必须有这一关。对，说我在师傅家没干过活、哦，你甭吹，你不是说相声，哎，没得过真传。所以到现在，好些徒弟们就以当初在家给我看过狗为荣。哦，净这个吗？看过狗，我给师傅喂过狗。是啊，我给师傅喂死过三条。哎，嚯，杀手嘛，这不啊，就各种各样的呗。啊啊，得给师傅干过活。哦，在家里边天天跟人忙活，这叫学徒。对，剃头的也是如此。嗯，那也不是说来了去给剃。剃坏了怎么办？剃坏了，哎，师傅给挂一大冬瓜。哦，冬瓜上面有白霜。对呀、啊，哎，像他爸爸小时候都拿剃刀先刮着霜，哦，把这霜刮下来了，哎，而且不伤冬瓜皮，这算学会了，见功夫，拿这练、嗯，这小一年才给人剃呢。您 瞧，他爸爸跟我们聊过这事啊，啊，老头说，你们可不是当年我们受那个罪，我们小的时候啊，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妈呀，这。这你父亲老头他这手这样、啊、老掐着刀嘛，哦，有这手势，那会儿可不容易，不拿刀就别这样、啊、就是习惯了，习惯了，我们都不信、啊、是真的吗、嗯、他妈大茬可不真的吗？什么味儿？这是哪儿有胡子呀？这别甩了，这就、嗯、哪儿有胡子呀？刚洗完的头发，老太太头哎，不能让我爸给刮下去。这个，嗯哼，老太太头发啊，嗯，当年可不就那样呗，是吧？啊，啊刮上了这，没有这样，刺呀刺，那会儿就这样，刮冬瓜，给冬瓜剃，这儿保不齐啊，正练着呢，师娘那儿喊着、哦、干活去，哦，买菜去，嗯嗯，拿着刀，当，这是剁着冬瓜上，哦，干活去，干活去，回来再刮，接着来，这儿正弄买菜去，有事儿，当。多少天天这出老有事儿啊，嗯，偶尔也能干上回活啊，那就试试。老大爷某人来了吧，嗯，剃头，嗯，剃头，师傅没在，徒弟给来、哦、徒弟说我没来过，嗯，我就试过刮冬瓜，嗨、哎、一样来，手煮过怎么都好，有这个坐着吧，嗯，你爸爸给人刮词儿下来了，高兴啊，嗯，行，头发下来说明手艺会了，挺好啊，高兴，师娘那儿还买菜去，嗯，真麻烦，大货这就多上了，血都下来了啊！那还不破了？撕报纸往上贴，这啊，所以说过去这不容易，那是啊，都是手艺。所以说到现在，您也理解一下于老师烫头这个事啊，这给您解释解释。哎，三大爱好嘛，这是第一。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是第二大爱好。您还挨个品呢，是怎么？你看看，我不提醒你都忘了吧？谁呀？来，我们告诉他，他有三大爱好，分别是抽烟、喝酒。
真瓷实啊，各位。你看这，嘿，哪儿啊？我们这儿比划，然后你问我什么时候扔啊？没听说过。抽烟，反正我不是特别的支持。您不喜欢这个？烫头就烫了。嗯，抽烟少抽。是，因为抽烟啊，这到肺里边之后，人说那个肺最后都得那样。反正没什么好处。挺难受的，你花这个钱多冤得很。真是，是不是？毁身体。比如说，您到那个美发洗头厅。什么词儿啊？这不是我没记住。你说那个，那什么？美发洗头厅，不是不是不是，就您这个，我没出去，这没有别的范围了吗？不是不是，就是，对不起对不起，咱们重说啊，咱们重说，你到每日洗头厅那个，没问题，就是美发厅，就是你上那儿去，最起码烫烫头，捯饬干干净净的，精精神神的，还有情可原。是，你说你一天到晚你弄根烟跟这儿吧唧吧唧的，这有什么意思啊？就不好听，是不是啊？嗯，好抽烟。过去来说，当年老先生戏班的，就说相声，好闻鼻烟，鼻烟，哎，往鼻烟抹到这儿了。哦，后来咱看电视剧，还竟有那个恶霸什么的，是是，地痞流氓闻这个鼻烟啊。前门大石栏有一个买卖叫天惠斋，那儿的是最好，专卖这个。过去戏班的老先生们就上那儿买去。哦，真有那个瘾大的。哦，烟瘾大。怎么大？一进门把脑袋搁在柜台上。哦，一个鼻子眼装一斤。这嚯，多大瘾呢？这太好闻这个了 啊！后来我们上四川演出去，他还买那个大竹筒那个玩意儿。那叫水烟，装上水一抽，咕噜噜咕噜噜噜，对，过滤也不怎么个没法，也是抽呗。他抽那他也说不过瘾啊。啊，咕噜噜咕噜噜噜。抽完了，把管一拔，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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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喝了吧那水啊，喝完挺过瘾啊，那是过瘾呢，挺过瘾。没事还自个儿买烟叶，自个儿卷，那叫卷大炮啊，对对吧？旱烟，我可看过他们那个，麻烦着呢。是吗？好烟叶买来之后得晾。哦，对，里边得撒香料，那就加工一道。还有搁红葡萄酒的，加味儿有吧？有有有，撒糖的，对。哎，往上面撒好东西，说抽着香，哎，改味儿了，咱也不知道怎么个好法。哎嘿，单一路。对，他媳妇儿也不支持他，这谁也不支持。你想啊，白糖、葡萄酒往上倒，啊，他媳妇儿过日子多细啊，啊，走道不捡东西就算丢，啊，什么品性这是？知道吗？嗯，哎呀，撒可惜了的白糖，嗯，他媳妇儿偷着给他换孜然，孜然，嘿，孜然好弄好，他也不知道，嗯。不知道卷吧，卷完抽身上啊，齁扇气齁扇气的，老自然。哎，站在门口抽两根，小孩们都过来了啊，还有大腰子吗？哎，好，拿我当烤串的了啊。烟少抽，哎，尽量不抽，尽量少抽啊。还有您的第三样啊，还是你看你又忘了不是？于老师的爱好是？我记着呢。这俩钱算花值了。哎，你们这过瘾来了。听完相声回家嗓子都得哑了啊！你们还得纳闷干嘛去了？喝酒，酒要少吃是要多吃，哎，也不能过量啊！别喝太多的酒，是啊，酒好多种，啤酒，嗯啊，白酒是，黄酒哦，啊，红酒都有。当年好像对红酒咱们差着，不怎么喝那个。那会儿净说喝色酒、果酒、山楂酒、葡萄酒。对，其实来说，我有朋友酒厂的，三精兑一水。什么？怎么意思？糖精、色精，加上这酒精，哦，兑上水，调完之后搁上香料，就是酒。你说什么味儿的？红果的，哗，红果的。哦，哎，葡萄的，哗，葡萄的。哎，带鱼的，哎，没听说过。啊，腰子味儿这都有。哎，好，什么味儿这都有啊！现在大伙儿就提倡喝点红酒。对呀。哎呀，把红酒说的也很玄，养生啊。这瓶好家伙啊，1862年的。嚯！啊，这瓶2074年的。哎。没到呢，这个印错了，印错了，印错了，像话吗？印错了，嗯，就是早先咱们也好上这个当，啊，谁送？哟，这瓶可了不得，这瓶得8000，这瓶得如何如何？后来总出国演出，就有朋友一说，咱才知道上当了。怎么呢？外国人说你们净瞎喝，你们是垮有钱，垮有钱的，哦，胡喝。外国人喝酒遍地都是酒庄，是这一家晚上到吃饭的时候，这桌上摆红酒就摆好几种，哦，没有贵贱之分，就是以口味来标准。哦，爱喝什么红酒没有牌子不牌子，那都骗人。哦，哎，就这个季节收的这几百斤葡萄做的酒，我喝完了，嗯，我可能觉得好，嗯，我就买一批存着。哦，就是如此，就是口味的问题。嗯，我好喝这就喝这个，不好喝就拉倒。全家人喝酒各选各的口味，没这么贵。
后来外国人不学坏了吗？啊，这些个酒都运到中国去。哎，好嘛，他们中国人，他们很有钱，也喝不出好坏来。哎，这好，什么人呢？这就都拉咱们这儿来了 啊！所以国内也别喝这，你也闹不清真假。也不是口味。其实于老师自个儿在家做葡萄酒做的还真不错。我会这个啊，他给我做过好葡萄酒，榨出汁来，搁上白糖，然后发酵。对对对，喝那喝的真正经那个橘子味儿。没听说过葡萄酒做出橘子味儿来。可能做的时候掉里边橘子了。嗨，不是味儿，真挺好的。还是啤酒。嗯，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家里谁家刷浆什么才喝点啤酒呢。那是请客打那个零的是吧？对对对 对， 对，打零啤酒，后来出了大瓶小瓶的，啊，罐啤，这您都能喝吧？我都能行。啤酒能喝多少？喝个几瓶没问题。好家伙，你真行，还行吗？看着都是触得很。啤酒这么一大瓶，你喝完你胀得很吗？啊，有时候也胀，别喝太多。哦，嗯，白酒您是最喜欢的了。那我是常喝的。有时候我特别不理解，尤其喝啤酒啊，嗯，夏天挺热，完事来瓶啤酒，凉凉快快挺好，多好。这个吃完了饭上酒吧喝酒，这是为什么？那就为过瘾呗，聊天呗。哎，哪儿喝不过瘾呢？非得上酒吧喝去？那啊，这都是你带来喝酒的。你跟我去一趟，你就全明白了。不去，害怕。害怕什么呀？这个哪天我请你 啊真的我请你啊。您也有熟的地方没有？我打算开一个啊。喝完就也那么喝。那当然，大瓶小瓶的喝啊，一直喝。好，他是真没少喝酒，也没少上酒吧玩去。嗯，那会儿我就问他，你台上问台下，我也问他，嗯，酒吧干嘛？他说玩骰子啊，对，玩牌，是聊天，是说话，喝啤酒是吧？哎，我这瘾真大。就好这个瘾真大。那天谁跟我念的？于老师，嗯，酒吧里喝酒，就是认识不认识都能聊天。那，就坐着就可以说话啊。因为对过来一姑娘，您能跟人聊天？那当然啊。嗯，几点关门？啊，对，现在来得及。哎，回来哪儿啊？就走啊？不是，跟您这男女都得聊呗，都可以聊啊。跟男的可不可以聊天？当然也能啊。这不就得了吗？对呀，啊，不要想的这么龌龊啊。您就跟男的聊，那我不就白去了吗？哎，这嗨，还就不是你跟男的聊不聊？都聊啊。还是的，他也不是不跟男的聊。是你管他三十五十八十的，对不对？也没有这么大岁数。我就说这个意思，人允许不允许人家来喝酒，对不对？谁都让进啊。他也不是不跟男的聊天。对呀，啊，对啊，来。请您一瓶来喝，啊，人家对过男的，来来来，喝，你十个我十个，你二十我二十，你三十我五十，喝呗。啊聊着，我姓于，嗯，于谦说相声，我姓于，是您的贵姓？嗯，人家，哎，真巧，我也姓于。嘿，你姓于啊，哦，真好真好，五百年前是一家哈，啊，可不是吗？我北京人，您呢？我也北京人啊，就可以。哎呀，来来，再来十瓶，再来十瓶，哎呦喝，哎，真好真好，嗯，这个住着远吗？我，嗯，不远，就天桥。哎呦，真巧，我也住天桥。你来了，喝喝喝，再来来十个。哎呀，啊，旁边服务员看着，嗯，于谦跟他爸爸又喝多了。好家伙，这还聊这么半天，啊，好喝酒。那越聊越近了，这个。好酒啊，有时候在后台喝酒啊，在后台，嗯，演出结束了，我们一般演完十一点多钟，嗯，有的时候得吃夜宵，哎，得吃点，外边吃，要不就买点东西。后台，嗯，德云社后台，他好喝点。对，有孩子们给他开车，他也不担心。是，喝点，喝完就。你喝多了都没个人样，真的。哎，这喝多了都这样。我特别怕他喝酒啊，因为他喝多了，我得送他回家。要孩子们送我回家。现在我们这是，他那个徒弟是我干儿子，所以孩子们我也不放心。嗯，不放心啊。那个有一回我记得，那会儿还没搬开呢。当年我们俩住一个院哦，住一个院那会儿就是喝多了，送他回家吧，扶着，别喝了，没事，抱进去啊。这都睁不开眼了。哎呀，扶着吧。哪屋还知道吗？这知道，掏钥匙。嗯，啊，进屋，你看，嗯，我说没事，你非不放心。哦，那我们家，你看，啊，来进来吧。你看，这我们家客厅是吧？还认识。厨房在这边啊，厕所在这边，很明白。你看，嗯，卧室啊，知道。衣柜啊，床不用介绍。您睡觉呢？喂，你，那女的我媳妇儿，那男的是我。什么？没听说过，就是当年哪年也不能干这事儿啊！灯一亮，嫂子跟男的起来了，愚人节快乐！没听说过，
拿我当傻小子了、啊、是怎么的？还是我们祝贺哦、哎、啊于老师睡觉睡觉、啊、再许个愿吧、啊、起个誓吧啊赶紧告诉男的快走走走就是出去了啊这恶心我对对后来我让他给我开车、啊、没听说过啊好喝酒、嗯、其实这喝酒非得有人勾着啊、哦、自个儿一个人喝不了这么久哦就一个侯震嗯侯震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就躺他们家床上这人、嗯、没听说一个侯震一孙悦嗯大胖孙悦哦这俩人勾死鬼老叫我喝老叫他喝啊但是这仨人到一块儿呢就有一个问题无法解决怎么谁花钱结账都不买单、啊、你看举个例子啊啊平时谦儿哥好让人上家去请客家里来喝茶来哦家里大茶海这么大紫砂的茶海嘿做好了各种杯子啊嗯大杯小杯壶啊什么茶宠啊、嗯、温香杯全套哦哎来坐这儿哎打开罐罐的锡纸包嘿打开之后拿出这高碎来你先等会儿吧罐里边锡纸包包着高碎高碎好高碎哎好高碎不如这包装值钱是吧包装是捡来的哎这嗨我们跟后台喝铁观音那包装的太会过了哎呦你喝高碎满天星嘛、嗯、再来大壶哗、哎这个、开水冲不能蓄水啊仨人喝这个啊其实就为了耗着耗着喝差不多你们就回家吃饭去了啊对可您琢磨那两位能上这儿来就是为了吃饭来的啊就奔着饭来喝差不多了嗯仨人最后你也不花钱我也不花钱嗯、啊、又都好喝酒是好喝点白酒嗯就得出去上饭馆蹭去啊上饭馆怎么蹭啊你瞧这三位能力大了怎么蹭 啊也无论哪家小饭馆、啊、推门就进哦这就进来了你瞧这屋里边吃饭的人很多 啊看哪桌菜好捡好的于老师过来了、嗯、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来晚了什么叫来晚了罚酒一杯啊、哎、这就喝一杯、哎、侯震过来我罚三杯哎好他酒量比我大、嗯、孙胖子后边还跟着呢我罚一碗炸酱面没听说过有罚炸酱面的吗吃吃饱喝足仨人走啊这桌吃饭都傻了、嗯、端着杯、嗯、这几个孙子谁啊哎孙子这就骂上了、啊、经常这样、啊、有的时候这屋吃完上那屋去、哦、还串你保不齐这桌没吃到差不多的东西就轰出去了哦是不是啊别的旁边那屋小饭馆吗嗯那回可出了大笑话了怎么了吐仨人这趟街吃饱喝足了挨个吃都撑着了哎呦顺着长安街由东往西就走到八宝山附近了火化厂啊三人走走那儿嗯走到这儿人有三级了就哎呦赶上了吃太多了、啊、连吃带喝凉啤酒、哦、这一道聊天喝这风肚子里边直咕噜不好受这可怎么弄呢嗯三人想方便方便、哎、老话说的一点都不假啊天子尚且避醉汉哦啊这皇上都不跟喝醉的人打练练别较劲啊、嗯、这仨人走到这儿想方便一下哦你想啊哪儿这么容易就找一公厕所呀 啊这三位著名演员最后没辙了得了找一黑旮旯吧没有三级啊方便一下仨人都蹲那儿了、嗯、啊孙胖子孙悦是最快哦接完手站起来我走了走了哎你怎么不擦呀哟忘脱裤子哎好省两道程序、嗯嗯、再见哎就拜拜了、嗯、把裤腿扎好了回家了呵哎呀别甩别人一身、嗯、啊走了剩这两位嗯于老艺术家侯老艺术家别艺术家了这就、啊、这边蹲一个嗯这边蹲一个还对面、啊、嗯咱们好像没带纸哎啊没带纸没带纸、嗯、啊于老师一想哎呦坏了真是我也没带纸啊那怎么办呢侯爷这怎么办呢嗯啊侯爷想半天像话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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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就别叨唠了这就侯爷聪明相声世家怎么办了把这裤子脱下来啊把内裤脱下来这干嘛用拿内裤擦呵这擦完一扔穿上裤子啊于老师你穿几裤衩没听说过谁穿六个裤衩啊像话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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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完没了穿一个你有你自己的啊于老师舍不得可不是吗因为大伙都知道啊于老师穿的是毛线的裤衩没听说过您这前面没说还勾这个有以前听过的毛线的第一个是太太给织的有纪念意哦第二毛线那容易弄一手哎呀呵太难受了怎么办一回头八宝山附近吗啊居民楼边上嗯
有那个花圈，哦，不知谁家死人掉那儿了，这方便。花圈上撕了把纸，啊、擦干干净净的，嗯，提上裤子回家了。我这最好。两位到家就睡觉了。那是啊。你想啊，醉了。嗯。楼上楼下，转过天来，这俩人的媳妇儿在楼门口遇见了。那很就是。侯震的媳妇儿说：“可坏了，怎么了？侯震有外遇了。怎么见得呢？半夜回来，裤衩都没了。好家伙！”于谦的媳妇儿说。于谦儿回来倒是有裤衩儿，那就好。屁股上加个条，写着“永垂不朽”。好，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老老年》，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好，好。谢谢。刚才是高峰，哎，高老这个场口不好接，是。观众们啊，他有时候有要求，嗯，得上厕所啊。每当这会儿呢，高老师都很委屈，嗯，我们在上场门等着高老师的时候，每次都如此。哦，他一下场，他身上都挺骚气的啊，大伙儿都尿他身上了是吧？我们这行有一个说法，就说像他这个场口叫刀后，刀后啊，在刀子后边啊，我们俩就是那刀，哦，刀前刀后不好干。嗯，其实说句良心的话呢，这个。能耐一般，水平有限，但是呢，得卖力气，这是义德，得对得起大伙儿、嗯、啊！人家花了钱来，人家上来听相声，是啊。您的任务是好好的笑，我们的任务是玩了命的让您笑。对，笑的越多，越对得起这钱。嗯，我也不止一次探讨过这个问题了。哦啊，我不管您花多少钱吧，五百块钱、嗯、买张票，坐这儿哈哈一乐，您这五百块钱就值了。啊，一乐就值了。你别坐那儿不乐，你老看这五百块钱，哎呀，这省事儿。而且来说，这五百块钱你要不乐，还我也不退给你，是吧？多新鲜呢！而且你在家看这钱，你乐不了。在家坐在家里边，五百块钱摆好了，摆桌子上，自个儿坐那儿乐，你乐不出来呀、啊。对，你真乐出来，你那病五百块钱治不好。哎，这嗨，神经病。所以说呢，希望您开心。对，我们也努力。哎，当然了，条件一般，水平有限。嗯，卖膀子傻力气是。只要您愿意听，我们就多说。嗯，今天也是如此。对，只要你们做得好。好，好。而且啊，啊，听相声有一窍门。什么窍门？开场可以晚来。哦，快结束的时候不要早走。我不能提前退，这是熟悉我们的观众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啊，因为一般到夜里十一点前后，嗯，我们这些人就算是睡醒了。我、哦、这刚醒啊，这盹儿也过去了，精神头也上来了啊，正精神。你瞧您各位跟这坐着，我们这踏踏实实、高高兴兴听相声了，是痛快了，高兴了。待会儿你们要愿意，一会儿于老师什么叫摇滚呐、啊、歌啊。嗯听您，别介，有听我的，有听，但是不能说都听我的。今儿全场三千观众，怎么也有一个是听于老师的。哎，行，那我私下唱去好不好？您的意思就是我嫂子听你是吧？哎，不能，喜欢于老师的居多。哦、啊，相声到现在一百来年的历史，对，名家辈出，我们跟前辈们比起来不值钱。我们无非是小学生，嗯，尽自己微薄之力把这门艺术能够延续下去，就是尽力。我们也爱研究，是吗？什么样的观众听什么样的节目，哦，什么样的场合说什么样的作品，嚯、哦，都得研究。天热的时候你跟人说什么？嗯，天凉的时候你说什么？冷热，你跟气候是有关系的。这跟气候还有关系？你看，哎呀，剧场里也热，也没有空调。嗯，啊，比如说三伏天，好、哦，剧场连窗户都没有啊。啊啊！一进门把帘儿就挂上，门都关死了。给暖风，点炉子，这不是疯了吗？这不是每个座底下都是电褥子啊！我黑军大衣啊！啊，大伙儿跟这儿，一人来碗酸辣汤喝。哎呀，你就说说点那个让人能笑的、能发汗的，还发汗呢？最起码出汗就比闷的强。这甭说也出汗，都这样，你给他们讲鬼故事不合适，犯冷啊，犯冷。但是最近天气还是不错的，啊，这立秋了，节气来说是立秋了，嗯，越往后估计越凉快了，是下雨，你最近感觉出来了吗？啊，下完雨之后，嗯，就觉得一早一晚冷，清爽，一场秋雨一场寒，哎，场场秋雨要衣衫，哦，这都是老话，加衣裳，加衣裳，注意保暖，对，保暖思淫欲啊，什么呀？
您离不开这个了是怎么的？我一看你，我又怎么着，管不住自个儿，非往这上头说。不是，就是注意、啊、注意，加衣服保暖。那倒是，现在的天气冷和热其实都很一般了。是吗？我小的时候，我觉得上小学那会儿，那冷的都不行了。小学的时候那么不均吗？我看现在好像现场有跟我边边大的，我看都谁是95年出生的？您是95年出生的，比我大一岁。别客气了，您还95年出生？小时候上学，那地都冻裂了，地都冻裂，地都冻裂，不知谁有这个感觉啊？啊！但是上学孩子，你真是拿风能刮跑了似的，那么大。现在这全球气候变暖，也没这么冷了啊，哎，暖和了。不过那会儿也不算最冷，还什么时候冷？要说最冷最热，那得说是老老年间。嚯、哦，老老年间，查过资料，是啊，下过功夫，是这些东西是经得起科学的推敲。哦，您这还有科学根据？我一说哪一年的事情，您一听，对、哦，没有人有疑义。是啊，遗憾的是不知道是哪年。这不是废话吗？所以没什么考究，科学是严谨。这严谨什么呀？你问我哪年的，不知道，不能瞎说。啊，就是老老年间。老老年间。哦，年景非常之好。哦，还好。三日一风，五日一雨。嗯，风不折折林木，雨不打伤禾苗。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河清海晏。太平景象，哦，就那么和平。你是没赶上那会儿啊？你赶上了，我也没赶上。这不是废话吗？咱们这不是探讨吗？就说这，这不是探讨吗？哦，那会儿冷是真冷，热是真热，冷的新鲜，热的出奇。哦，冷是真冷，热是真热，那个热才叫热呢。那要真热起来，怎么个热法？过去。不管是酒店茶馆嗯，挂的那个幌子是锡的，哦，铜铁锡那锡啊，金属的一种，嗯，金银铜铁锡那个锡，嗯嗯嗯，那个幌子一天换一个，那锡呢？早晨起来把这幌子夸挂出去，是一会儿的功夫，滴滴答答全化了，化成水了，就到这个程度，就那么热，就这么热，哦，鸡蛋拿出去就能吃。晒熟了，这时候准备吃饭都做好了啊，来破了什么的鸡蛋鸭蛋鹅蛋呐、啊，弄好了往外边一放，呵，准备夸、嗯、就钻回来，这个熟了就晒熟了，全家人我来鸡蛋吃、哦、糖心啊，呵，还糖心，我花做这花、哦、我来大饼，我来鸭蛋，呵，全熟、哦、我来鹅蛋，哎，我这怎么没花呢？嗯，哦，土豆，哎，废话，土豆能有黄吗？掉里边了，啊、嗯，掉里边了，就是这么热，哦，冷就热，就这么热。家里边养个鸡啊、嗯，养个鸭子，是养个什么小动物？嗯，没有说白天放出去的，那怎么办呢？出去就死，养鸡养鸭子不敢放出去，出去就晒死了，一出去刺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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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赶紧准备酱油啊，这就吃了，熟了，那得放不放啊？放夜里放，晚上黑下才放呢。哦，家里有养羊的，嗯，这羊怎么往外跑、嗯？拿棍子绑上，拿棍儿绑，不让出去。是大羊来大棍子，哦，小羊小棍子，绑好了不让出去。哎，有那个羊淘气，是带着棍儿出去了。哦，傍晚人赶紧出去捡去。啊，有大串有小串。啊这羊肉串都穿好了，可是就这么热，就这么热，哎，太热了，热的都没法的了。哦，热是这么热，要冷，哎，别着急，人要是有什么事儿都得黑下去，白天不能出，街上没人呐，街上没人呢，人出去怎么办事儿？出去不出去？这一就得上班啊，啊，得办事儿去吧。对呀、啊，宅阴天的时候没太阳，单位都写着呢，啊，阴天上班。单位还写阴天上班，阴天上班有太阳不能出去，出去呢上班啊，头上一吹门出去，太阳一晒，呲啦，怎么了？头发就没了，头发就晒掉，全没，秃子那是，你看这秃子吗？啊，那都那年头晒的，秃子都是那年头晒的，
我这是替，我没说您那，我怕你说不对。怎么不对？秃子也有好些种啊。您比如说啊，有的秃子后边都有头发，就前边没头发，这怎么回事？谢顶啊，前面锃明瓦亮啊，对对对，后边一头秀发，有头发，后边披肩发。甭管后边有多少，前面锃亮啊，小月亮似的啊，这小月亮，太阳晒的，这怎么晒的？你瞧，哎，今天阴天啊，上班去了哦，洗脸漱口，归置东西，穿好了衣裳，拿着包，嗯，开门上班，一推门，怎么样？脑袋要出没出啊？是是是，云才过去了，嗯，太阳出来，蹭辣阳，有，这是。前面这儿啊啊晒没了哦，后边这头秀发还飘逸，哎呵呵，就别飘逸了，那知道吗？哦，是这么晒的，太阳晒的。哦，那还有呢，前边有头发，后边没头发，这怎么回事？前边一头秀发，哎，怎么老有秀发，后边没有啊？太阳晒的，这怎么晒的？今儿阴天，嗯。上班去吧，嗯，差不多了。老板说回家吧，回去啊，归着东西加班回家。哦，快到家了，哟，嗯，太阳又出来了。哦，这不要了，亲命，赶紧跑，兔子往家跑啊！到门口掏钥匙开门，一路往里边走，嗯，脸进来了，是后边太阳出来了，怎么？前面一头秀发。好，后头秃，这是这么晒的，对，不对吧？有的人啊，都秃了，就两边有头发，这怎么回事？你背过秃子谱啊？哎，行，这哪有谱啊？这个有啊，有有这样的没有？这儿啊啊，锃明瓦亮，对，两边有。就那点有，有吧？有啊，太阳晒的，这怎么晒的呢？你瞧，大阴天啊，出去遛弯去了。是啊，上街走，嗯，越走越开心，凉凉快快的。嗯，哟，这是太阳出来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地方躲，这可怎么办呢？啊，这好，我让摁住了，太阳出来，呲啦。当劲儿没了啊！这样回家好，所以两边秀发。哎，行，就这样就别秀发。对，也是晒，对对是太阳晒。哦，哎，还有一种啊，哎，这你们家多少亲戚？哎，你甭管啊，我知道有这种人。嗯，这种人叫鬼剃头，也叫斑秃。这儿有头发，这儿没头发；这儿有头发，这儿没头发；这儿有头发，这儿没头发。花的，这怎么办啊？太阳晒的，太阳晒的。您得说怎么晒？你瞧今天阴天，对，上班去吧，去吧，刷牙洗脸漱口，归置好了，加了班上班去。是，走啊走啊走啊！哟，这时太阳要出来，快，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怎么办？眼前有一棵大树，好，树，好，要干嘛呀？老天爷救我啊！两步就跑到树底下去了。嗯嗯，上面有树荫照着。好，太阳出来了，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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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有树叶挡的地方，嗯，有头发。哦，没树叶挡的地方就秃了，因为在花阴眼底下。嗯，这叫花斑秃。嘿，好，他这还有根据。嗯，花斑秃，花斑秃。哦，这秃子就是这么来的。舅舅，你看我这个了吗？啊，我这是出去啊，今天突然间一瞧，太阳出来了，是，我买了个桃顶着。好，咦，所以您这就是一个桃形的，还嗯呢，这都是研究出来的。这是怎么意思？这就说当年那个天气就热成这个样子。您说这有人信吗？老年这是热，冷比这个还厉害呢。冷又怎么冷啊？冷是真冷
啊。怎么个冷法？老老年间那个一般的人穿衣服三五套棉衣棉裤，就这样，再穿上皮毛一体的衣服，哎呦，再披着被我才能出去。穿这么些，有的孩子淘气，嗯，穿两身棉袄，这就可以往外走，家长能气疯了，还说他你裸奔去，哎，穿两身棉裤是裸奔去，到这个地步啊，感冒的不能出去，怎么呢？感冒出去容易伤人。感冒传染，感冒，哎呀，又清鼻子，下去打喷嚏，打喷嚏，出去吧，嗯，看见熟人了，哦，说话不说话？说话，您挺好的，啊去，打个喷嚏，害人了，怎么害人了？就这一口，啊去，唾沫星子出去，啊，全变成了小冰珠了，嚯，啊去，你看对过那张，啪去了，在脸上，再回头瞧，对过站一麻子，啊，这就成麻子，成麻子。就这么落下的，就这么离的，走了街上俩人碰见了，啊，共手而别，作揖，揣着手，呦呦呦，晕了神，这么不见你呢，这就走了，就得了，啊，没有说像咱现在握手，兄弟你挺好，见面礼节，不能，不能握手，你挺好的，挺好挺好，哎呀呵，啊，我跟你走，你跟我走，哎，这就粘一块儿了，还扎着掰不开啊！后来留下老话古语儿，叫谁跟谁掰不开的交情，这是打这儿留下来的啊！这就是手掰不开的交情，掰不开的交情。那真粘上掰不开怎么办呢？等明年开春啊！啊啊！这粘半年呢，那找一澡堂子啊！哎，俩人跪在池子里边手下去。嚯，一会儿上来了，嗯，或者找一茶馆，是来一大壶开水，哦，愣浇一浇，打开了啊，谁跟谁交朋友，就是这么来的，拿开水交朋友啊，交朋友，哦，就这么，就是这么来的，哦，冷那是真冷啊，是啊，上厕所方便，都不能带纸，不带纸怎么办？因为纸没用，怎么没用？上厕所那个年头也不像现在似的，嗯，家里有洗手间没有啊？是啊，都是公共厕所，在外边，这一方便。嗯，您学一个啊？我学你，这有学的吗？这个？好吧，好吧，都明白，咱们就不用模仿了啊。一方便，嗯，裤衩冻上了，什么冻上了？你上那儿干嘛去的？你看你那个口型你就明白了，没听错，看口型干嘛呀，一使劲了，嗯啊，坏了，冻上这拿纸啊，破了，擦不了了，每个人都有办法，用什么呀？预备一个打屎棒。我都头回听说啊，是吧，打屎棒，后来你们看古装电视剧啊，带着宝剑啊，是啊，带着刀是吧，啊，那都是从打屎棒的演变过来的，原型是打屎棒，打屎棒绣一兜啊，哦，还绣一兜，这兜屎不定多脏呢，啊，这一点儿都不脏，是吗？因为都是冻上的，哦，粘不上，哎，无论谁到厕所啊，大家好，大家好，哎，各位不要起来，不要起来，谁起来？嗯，方便是到差不多了。苍茫茫茫茫，还是铁的啊！很从容，咦，人人如此啊！这玩意儿，你说要打下一半儿去，这怎么办？不会啊，老老年间啊都准着了。有手艺，那尤其到后来，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越来越奢华了。奢到公共厕所还都比呢啊！仁兄，仁兄，您的打屎棒是什么材料？这还比？家里穷，枣木的，可以了。我的是花梨的，这不是糟践东西吗？这那位仁兄是什么材料？还真谁跟谁比？我这是紫檀的，更好。镶的象牙的口。哦，这位仁兄，人家这个掏出来，
金丝楠的，这个边是戴帽围的，尤其这个口这儿，我这镶的是钻石，打屎棒镶的钻石，您这可信吗？您这个，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哎就是信了，一钻石的，你别往我这儿打行不行？有身哦，有身子，有身哦，那没带怎么办？有忘的时候没有？来得太仓促了啊啊！哎呀，我的帮儿呢？就别那么亲切了。借哦，这还也能借，大姐。哎，等会儿，等会儿，大姐蹲一块儿了是吧？这个思想很肮脏。怎么叫肮脏？大家到卫生间来都是为了大姐，你父亲这个小姐，你到卫生间去是为了大姐，就这么说比较文雅一些。什么呀？你这接大手？接手。嗯，对不起，忘了带了。借尊驾您的棒儿一用。哎，真客气，给你吧，姑娘。哎，这还是女的呀？你给拿着吧，拿着吧，用。给弟，这个接啊，可记住了。人这么给你，是你不能，不可以。那是因为这样不合适，一钻就化了。哎，还是脏啊，这不是人家夸递过来了啊，让。我这玩意儿这么大规矩呢，还要让过去？那当然，人地咔，嗯，去你让过来，嗯，借这头，借过来，接这，一定要接这头啊！哦，接那头就让人笑话了，哦，不合规矩了，对溜，这才拿完了，还回去，人家。再见！你说蹲在坑那儿都这个，这要掉里头怎么办？掉里边也没事，弄不了一身都冻着呢，顶多隔坏了。行就好，哎，没借，可以借，对对对。要没人怎么办？整个厕所包场，这叫包场吗？这哪个科都没人啊？就空的，就你一个，自个儿的。棒儿没有带，什么棒儿啊？这可怎么办？嗯，提着半截裤子，赶紧站起来。嗯，找一旮旯墙角，哦，一使劲把它坐回去。哎，坐着别动，坐着别动。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坐回去。对对对。怎么了？我听着瘆得慌，您这可信不可信呢？我只能说这是个奇迹。哎，咦，这奇迹都让您说出来。后来老话不有这个吗？啊，哎，您这事儿办的可不地道啊！怎么了？当初可答应我，现如今您怎么拉出来坐回去了？哦，说的就是这么回事。你走街上，你看，只要挺胸抬头的那个啊，都是坐回去。刚坐回去还没挂。甭比划了。这是拉着坐呗啊，还有歪着走，哎，歪着走是就不一样，歪着走就大牌明星。哎，什么？哎，嗨，行了行了行了，回来回来，非得刘德华爱这么走啊？这都是坐回去的，就是当初我是跟你说天气哦，要不冷要不热，哎，老年间就是这个样子的。那您这么一说呀，这人都没法活了，怎么呢？冷这么冷，热这么热，地里也不长庄稼，这怎么吃饭？外行。怎么呢？外行。我有什么可外行？当初的日子更好过。怎么会好过呢？什么东西都是天上下来的，要什么有什么呀。什么东西都是天上下来？那是不用买，都天上下，要什么有什么。那我问问您，您说您比如天上下雨，这是下什么？下香油。下雨是下香油啊！下雨了，对，下香油了。哦，这是香油。哎，接一点进来就炒菜了。嚯，也就说这没掉地下这药啊，掉地下都不要了。掉地下呢？掉地沟油了。啊，
还下地沟油呢，下了地沟里边才地沟油呢。哦，有那么个唐诗是李商隐写的，是谁写的？什么句子？你都忘了？你帮我想，就是说这个“春雨贵如油”，啊，有这么一句，“春雨贵如油”，老百姓美滋滋，拿盆接好些回去能做饭。哎，李商隐没这口这，后来这个诗没有流传下来，多新鲜呢！就留了前一句。哦，下雨是下香油，下香油，要下霜，那就是下盐。霜是盐，小盐霜单打独根草吗？哦，盐霜滴溜，要是下雹子呢？疙瘩汤。雹子是疙瘩汤，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赶紧端着出去啊！噼里啪啦接，回屋吃去。哦，疙瘩汤。嗯，要是下雪呢？下白面啊。下雪是下白面。李商隐还有一首诗吗？怎么写的？润雪兆丰年，一下下一宿。接回家能炒菜烙饼好特好，什么乱七八糟。后来他这首诗也没有流传下来，哎，干脆就甭写了，这就。但是头一句话流传下来了，哦，润雪兆丰年，下雪，哎呀，下老太太们好说这个吗？哦，老太太，你看下雪，老太太高兴，哎呀，这老太太呀，扒着窗台嘛，啊，老母猴嘛，这不是，说的这么脏啊？不用这身子，下雪了啊，搓白面去吧。啊，有这么句话，搓白面。对，当年不是白面，这真下面，不是形容，明白了吗？下雪就是下白面，跑进来做饭。啊，不，面也分好些种呢。你说吧，你比如我要吃点那叫高白面，一等面。哎，现在叫一等面，当年叫高白面。对，那最起码得是电视塔那个位置。电视塔呀，鼓楼啊，啊，那个上边扫下来的那叫高白面，哦，高处下的高处，下的高处就叫高白。对，那我要吃点豆面，豆面下的豆店，豆店就是粮乡有个地名叫豆店，啊，下了那儿了啊，叫豆面，豆店琉璃河。哎，对对，下在那儿了。对对对对。哦，我要吃点黄面，上你二哥的房顶子上扫去。我二哥房顶上有黄面。你二哥是卖光盘的啊？卖黄盘，他们家房顶就是黄面。哦，或者是黄村啊，这倒靠谱。大兴黄村啊啊，黄面，那地方下黄面。对对对，吃点棒子面，下到韩国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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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吃的可太费劲了。嗯，哎，我要吃点杂面，那你得等。我等什么呀？你等着刮风的时候。刮风能吃？把电视塔刮到鼓楼，鼓楼刮到你二哥房顶上，哎呦，刮到豆店粮乡，嗯，又刮到韩国，又刮回来，哎呦，扫了一块得了，吃杂面吧。哎，好嘛，这杂面吃太费劲了。嗯，比较复杂一些。哦，嗯，这是吃面，吃面行。嗯嗯，那要吃点菜，吃菜吃肉吃什么都行。是啊，哎呀，那个年头便宜，老老面嘛。啊，青菜行吗？有，可以啊。啊啊，当年咱们这样说，折合现在的钱，嗯，想吃青菜，一分钱吃一年。一分钱吃一年，找一菜园子，给你一分钱。啊啊，这一年的菜冲你要了。这太便宜了，菜也大，白菜这么大个儿。哎呦，茄子这么大个儿，嚯，青菜一人高。哎呀。给一分钱，吃一年，家家如此，不当好的，哦，大白菜，大那是大，炖大茄子吃，嘿，拍大黄瓜吃，真好，哦，大便萝卜吃，哎呀，打屎棒打下来的这是，你这没意思了啊？废话，大便萝卜吃，便萝卜就是灯笼红嘛，这不用加大字儿了，加大字表示阔别，表示臭啊，哦，你这个人。八个茄子，熬萝卜就完了。熬萝卜啊，这是吃青菜，吃肉行吗？哎，肉更简单了，吃什么肉？吃想牛肉，牛肉哈 啊，比如说600斤的大战牛，哦，那么沉，见过吧？见过，大牛啊啊，600斤，600，一杠子抡不躺下啊，烫是烫，哎呀。哎呀，那是扔不躺下，不是就是打着打着急了啊！不是就这么好质量的牛，哦，大战牛，哎，三分钱俩，哎，一分多钱一个，嗯，就这么便宜，嗯嗯嗯嗯，呵，大战牛，吃点羊肉呢？大战羊，哎，还战羊啊？200来斤，200来斤，打，啪，
不行，啪，我一猜就是，老饶这么一个，啊，二分钱三个，还不到一分钱一个，谁要吃谁弄，他没人要，不值钱，太便宜了。嗯，吃点猪肉，猪。哦，你看我干嘛呀？对，提个醒儿，我问您吃猪了，大战猪。哎，这是没有没有大战猪啊，没有叫大战，小战道，大战猪没有。大猪肉，猪肉，咱这么说吧，啊，这个猪肉吃嫩，对，恨老子老母猪那没法吃了，那是以60斤为标准，哦，60斤往上，嗯，就那个猪肉开锅烂，谁家炖肉一条胡同全都香的，就那么好吃，一分钱一个。才一分钱一个，得够60斤呐！啊，说59斤都不行，不过分。60斤以下，1分钱97个。哎，1分钱97个还有整有零啊？是啊，做不了。吃去，要吃点豆制品，什么都行，豆制品也行。行，吃点腐竹，腐竹啊啊，腐竹跟电杆子那个，那么高的腐竹，1分钱吃2年。论年吃，哎，吃2年，只要你活得到，吃2年。哎，我活得到，嗯，还活不了2年吗？嗯，吃点豆泡，豆泡啊，啊，豆泡四方方，大的，比这桌子还大，这么大个儿。哎，1分钱吃半辈子，另辈子。您这一去，您看啊，好，给1分钱吃半辈子，哦，吃3月。嗯，啊，我一辈子才半年，合着就随便吃，随便吃。哦，面筋呢？面筋不要钱，便宜啊！不要钱，扔钱，扔1分钱啊！这一家子，只要以后到那说，我姓什么，我们家的钱给过了。哦，哎，这一支儿，这一族人全都吃，扔1分钱吃一族的人，吃一族人，嚯，嗯，不值钱。吃点豆腐，豆腐啊，吃谁豆腐啊？我吃谁豆腐？吃豆腐，白豆腐呗。对呀，就是那个豆腐，没人吃啊啊，豆腐没人吃。没人吃，谁吃豆腐？肉都那么便宜啊，对不对？大油跟这儿啪啪啪都能吃，啊，不用饶这个了啊！豆腐有好这口的吃豆腐，哎呀，豆腐房掌柜的做完了豆腐，啊，刚刚瞧着眼泪都下来了啊，还得出去求人去啊，求人吃怎么办呢？啊，出去吧，站在门口，哎呀，等着，啊，这过来小伙子，哦，这赶紧过去啊，大哥，手里。您来两块豆腐吃，吃豆腐，不要不要，不吃，走了，等着吧。这儿过一姑娘，掌柜的过去求人家，亲，吃块豆腐吧。亲，亲，啊，包邮哦。哎嗨，我这卖不卖了？谁要你这包邮？天上下雨就香油，用你给油？不要，走了。是这油吗？这亲，吃豆腐哟。那是不吃。过去老头，大爷，大爷，给人跪下。哎呦，还贵！大爷吃块豆腐吧，哭了。就你吃块豆腐吧，这都是气坏了。昨儿不吃一回吗？哦，看你爸爸面子，吃你一回了啊？哦，怎么还要脸不要脸？这我，哎呦，这你等着，干嘛那么狠呢？还打上了，打往死打。等会儿吧，我有点不明白。你说，这掌柜的疯子不疯？傻子不傻？得病了，许愿了没有？既然不疯不傻又没许愿，干嘛豆腐白给人吃？不吃还挨大嘴巴，还求人家吃？就这一句话说的根儿上啊！一不疯，二不傻，三不是胃病，许着愿，啊，吃饱了撑的，花这么些钱，人工火耗得有人盯着。对，送完了豆腐，跪在门口求人家，是见人给人磕头，还挨打，大嘴巴抽，打得跟烂孙子似的。嗯，这都是人话吗？对，你作为一个演员，你怎么这样？我认为你简直就是啪！哎，你先等会儿，太不像话了。这豆腐白给人吃，不吃挨打，这谁说的？不，你说的吗？我一猜就扣我身上了。你说的，我说的。对了，谁听见了？我。谁？我。大伙儿听见没？听见是不是他说的？是。你上来。哎，你下来。上来。你上来。你下来。你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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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完了，这多好玩的。谁上来？谁下来？观音菩萨让我在这等，哎，等什么呀？净沙和尚这么句话，你上来，你下来是吧？那是河里头，那是这高峰教我的。您就说这个，为什么？是我这你说的，
不是，不是，他是这样啊。凡事说，为什么说有时候咱们跟猜谜语是一个道理的啊？是啊，这一说这我不知道，你不像人话。我跟你说，说完之后，哦，这么回事？哎，刚才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啊、是不是这么一状态？是这意思。所以说，老话说的一点都没假的，你知道吗？这东西给你解释，解释完了往心里去啊。对呀、啊，你说糊里糊涂，我这说这东西，你往西处想，那根本就明白不了。那更不明白不了。以后别这样，完了。好吧。什么就完了？这，你先等会儿吧。我这问您这事儿呢，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啊？这就开始了，可不是问这事儿吗？话不说不知，目不转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您得说清楚，你家里用过砂锅没有？用过呀。你别来这套，你真用过假用过？当然有啊。钢种的锅有没有啊？有，家里有是吧？啊，砂锅也有，有炒勺也有，对不对？搪瓷的都有。哎呀，好极了，咱不提搪，咱就说砂锅。您就说砂锅，砂锅没有炒菜的，没有砂锅没有炒，砂锅一般是炖个鸡汤啊，哎，都叫汤用，煮个粥什么的，这都是那都可以。它跟别的锅是有区别的，当然别的锅就是比如炒勺，炒勺你要是炒完菜之后你擦干净了，不擦干净它里边有锈，它长锈铁的，有锈就没法吃，对不对？那当然。但砂锅跟它有区别，砂锅新砂锅拿来之后还得熬一回粥，熬完粥之后头一锅粥都不能喝。怎么不能喝呢？就是为了把那砂眼都堵上，拿那个粥腻啊，对对，把粥倒了之后，以后这个砂锅就能正经使了，要长远就没问题了。对对，但是砂锅有一个特点啊，因为它终归是什么石英土啊，像这类东西合成做成的，是 是, 是，它是烧出来的啊，炸一冷炸一热，它根本就受不了。哦啊，那怎么办呢？就是得拿一个木头板来垫着它，垫着上。如果你要不拿木头板垫着，也容易坏。哎哎、啊，但是你要爱心对对它好。我说砂锅干嘛呀？你带着我这说砂锅干嘛呀？我问你，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啊？哎，怎么串的砂锅？谁串是你说乱？我也纳闷，怎么跑砂锅上？对呀、啊，没有砂锅的事儿，没有砂锅。就我们家没有砂锅，你别来这套。我们家有砂锅。你不刚才说有搪瓷的锅吗？是砂锅也有啊。你几个砂锅？我俩砂锅呢。你用不了，你用一个就足可以了。一个就一个。谁家天天炖鸡汤？我们怎么还是砂锅啊？这不是说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对对，为什么？啊，不挨着。这个不像人话，对呀、啊，豆腐凭什么白给人吃呢？你就说说这事儿。豆腐厂掌柜的跪在门口让人打，对呀、啊，抽风有病是不是？怎么回事、啊？因为这个豆腐掌柜他不是掌柜的，不是掌柜的是什么？你说你要说不是掌柜，咱免亏心、啊，因为他本你要是不是掌柜，他其实也是掌柜的。怎么？你不管买卖多大多小 啊，你说你香港趁多少楼，你是个买卖、啊。你说你卖一个牙签，卖一个什么东西，你是不是也是掌柜的？那老板就是掌柜的，你是出资人，不管你出多少钱，你就是负责人、啊，对不对吧？掌柜的也是掌柜的，北方叫掌柜的。你别着急，因为掌柜他去可能是这个掌柜的，他后头。那好些伙计给帮着给他干活，他说你以后别管我叫掌柜了，年龄大都不错的朋友，是不是？是，咱就弟兄相称。啊，伙计不就是刚才咱们俩说那话，就是小伙子。您花多少钱，您也是掌柜的啊！哎，我们以后还得管您叫掌柜的。你可掌柜，你怎么要这样办？那你要愿意叫就叫吧。所以说他才是掌柜的哦。说起掌柜的，砂锅说完说掌柜，什么时候说正题啊？这就开始了。您说这正题，其实他是不是掌柜跟没有任何关系，这根本就跟掌柜。你问人美国人知道什么叫掌柜，他不知道。美国也没有掌柜，卖什么美？中国也不是哪儿都叫掌柜的呀。还有不叫掌柜的？我进去到南方叫什么？南方叫老板，南方叫老板对吧？啊，那个就是山东呀，单掌柜是不是？谢谢啊。刚才是高峰和栾云平，是高峰是我师弟，哎，栾云平是我徒弟，对，俩人唱的不错，嗯，刚才唱的德国梆子，嗨、法国梆子，让他们下去休息一会儿啊，又换上我们两个人来再说一段。其实您各位对我们特别熟悉，嗯，我叫郭德纲，哎，他叫驴鞭啊，在这个舞台上，你先等一会儿，因为你先等一会儿，您这么介绍我这名字有点壮阳了，知道吗？还有孩子呢，别瞎说。这您说错了，岁数大了嘴不利索啊。姓于啊，这就对于边、啊。那么在越介绍越小，这个姓于啊，你就别对付了，别搅和，您这于谦这就完了吗？这不就得了啊？叫什么不吃饭？啊，这那不成。来了这么些人捧咱们啊，人家说德国人呢不爱开玩笑哦啊，中国人是特别好开玩笑的，幽默，而且你说这么老远上这儿上学来、嗯、上这儿工作来、嗯、啊，来了帮国内说相声的大伙来看一看听一听、嗯、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哎，这是今天只要大伙坐得住啊、哦、我待会儿给你们说点那个电视台不让播的节目、哦，您还有这个段子？其实哪段都不让播，哎嗨，但节目好与坏不能用能不能播出来做标准，那对观众喜欢这是硬道理，对啊，当然了
你让所有人都喜欢咱，嗯，不可能，不能够吗？你今天这么多人，我已经很知足了。哦，整个德国据说有中国人才150,000，哦，分布在不同的村庄，嗯，啊，村庄，是吧？我住那地儿，他们叫杜村儿啊，啊，离得还挺近的啊，啊，这个各个村儿啊，大伙儿今天能聚集这么多中国人在这儿，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是这，是不是？嗯，村长来了啊。好吧，今天是一个高高兴兴的晚上，嗯，让大伙儿开心。对，人是就一中国这句老话啊，啊，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枉费舌尖。哦，说您也不喜欢我们，您也不爱看，您坐在这儿那不就受罪？对，是不是？何况您各位今天花了这么多钱啊啊，买票。当然了，这个为什么说观众是衣食父母就在这儿了啊，值得您的每张票钱吃饭，嗯，得对得起您，这叫义德。没错。当然了，您花钱了，您这晚上快乐了，嗯，高兴是用钱买不到的，这也是值啊。你花了800，花了1000，甭管花多少钱吧，啊，哎，挺开心就值。哦，啊，你这花800，你在家看这800，你乐不出来。在家怎么乐啊？你在家吃完饭，你掏出800块钱坐那儿，你乐，看着钱乐，这乐不出来啊，是乐出来，你那个病800治不好。对，这那不是神经病吗？就是嘛，嗯，所以说啊，快乐是最重要的。最当然，今天晚上也有人没有来。哦，没来的啊，后果自负。哇，这有什么后果呀？后果很严重。什么后果？省不少钱，嗨，就是省钱这么个后果。跟自己人才能说这种自己人的话，这是玩笑，是不是？世上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和一个艺人能被所有人都喜欢，嗯，这是不可能的，做不到，那个不科学。哦，举一个例子啊，你在家看电视，嗯，打开电视，有主持人，有影视剧演员，有说相声的，不管什么人，嗯，某一个演员你不认识他，你也不知道他是谁，你更不了解他的背后，但是打开电视你就恨他，就不喜欢他，这在心理学上叫刻板偏见。哦，有专业名词。你也不知这人是不是杀人放火了啊，头一回见你就恨得都不行，我就腻歪他。嗯，允许啊，这也允许，哎，刻板偏见很正常。嗯，打开电视又郭德纲做节目，哎呦我真好，其实不是我多好，哦，只是您喜欢，嗯，您能接受。人家有人打个电视一看郭德纲真讨厌，不喜欢，换台啊，那就不看了。哟，嗯，郭德纲相声专场，哦，专场，换台还不看，江苏卫视非常了得，还是您换台，快说，郭德纲演的电视剧，哦，换台，电视让你包了是怎么着？这全是你和尚。哎，你喜欢您就看，不喜欢您就不看啊！是，当然也有人很偏激。怎么叫偏激？我不喜欢看郭德纲，谁也不许看啊，全都不让看。家里亲戚谁看你跟谁急。嚯，哦！是一进门，他爸爸坐那儿看电视啊，非常了得。你的节目，呵，气的呵，过去给他爸爸打。哎呦嚯，打上了，摁那儿就打，至于吗？他妈过来得劝，啊，别打了，啊，你爸爸是为了看柳岩。啊，哎，比看你楼子还大呢。这个说这个事儿啊，啊，喜欢您就多看，不喜欢犯不着跟自个儿生气，这是实话啊。做艺人来说难就难在这儿啊，正所谓众口难调。对，只能尽全力好好的演。哎，人生一世，说良心话，活100岁的没几个人。哦，尽量的既对得起自己又对得起别人就可以了。哦，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嗯，五经天明亮，心头想的事就是你的良心所在。嚯，哦，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想啊，哎呀，圈里圈外啊，啊，人在江湖的，我千万可别对不起人。哦，怕对不起人，就老得琢磨这个。那您琢磨过吗？琢磨过呀。您有对不起的人没有？有啊。哦，你也有对不起的人？有。您说说对不起谁呀？同行啊。哦，怎么对不起同行呢？在一个行业里面，啊，你做的比同行优秀，你这个罪过还小吗？哦，这就叫罪过。只有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是啊，你想着到德国一修自行车的，嗯，干嘛恨山东一种大葱的呀？那不挨着，不挨着，啊，他只有在一个位置上，为了共同的名与利，嗯，他才会有竞争。哦，那么这会儿就看人家良心了。嗯，厚道点儿的算了，人比我强就是比我强。哦，心窄的就是我就把你弄进来。
把你弄起来我上不去我也会很快乐。所以说人活一世，第一别害人，第二尽量别让人害，这倒是。所以说老说又对不起同行，其实话又说回来，这么多年了，不是郭德纲多么的出色，那是同行们的衬托。你这话说的，这么多年来我就是中国相声界打不死的甄嬛。是啊，我也习惯，我也习惯，因为这个好多人跟我聊天说你们这说相声分主流非主流是吗？其实我特别不愿意说这句话。什么叫主流？什么叫非主流？啊，不就说相声吗？嗯，所谓的分也无非是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哦，分这个。哎，体制内的那国家专业院团啊，有工资啊，有奖金。嗯，体制外的民间这些个自己成立的院团演出，是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分。但是这里边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哦，分不开。于老师。主流相声演员出身啊、哦，对，对不对？那倒是。打小那就是曲艺团学员班，典型主流。毕业之后又在曲艺团工作，是。这到后来了，中年了，到德云社来工作。嗯，你说他是主流，他是非主流？这是说不清楚。人家还得过那个相声大赛的那个奖呢，还参过赛德。这个拿过相声大赛一等奖，没错，拿过。这个不丢人啊，这有什么丢人？这个。这多新鲜，可不是不丢人吗？当然不丢人，但是也不露脸啊。怎么不露脸啊？比赛列位记住了啊，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怎么解释？文，所谓的文指的就是比如说艺术类的啊，唱歌了，说相声了，唱戏了，弹琴了，这都算是舞蹈啊、哦、都算是文。文无第一怎么说？艺术这个东西没有一个界定哦，说就是这个演员好，说就是这个演员不好，这是不科学的。是吗？同一个舞台上，张三说一相声卖布头，哦，李四说一相声报菜名，对，肯定有不同的观众喜欢不同的演员啊。你怎么能告诉我这个卖布头的就比那个报菜名的强、哦、我就喜欢报菜名，我就不喜欢你那个卖布头、哦、我就认为他好，那其他观众就认为那个好，你这不抬杠吗？对呀、啊、所以说文无第一，永远分不出来谁是真正的好，只能是大概齐。嗯，武无第二，是体育类的是一定能分出来谁好谁不好，必须分出来吗？咱俩跑步，我打着到那儿，比如说我跑个20秒，哦，哎，于老师呢15天，哦，那我就别参赛去了，我这丢那人干嘛？你是半截拘留了15天，这好，我干嘛去了？比如说我20秒，你30秒，啊，那差10秒。一下就分出来，对，就是20秒的好啊，啊，就是30秒的第二啊，对呀、啊，很简单。但是艺术类分不清楚，哦，所以说相声大赛呀、啊，什么唱歌大赛，这就是乐呵乐呵就得了，哦，非得说就是谁好，那是骗人的，哦，实话实说，当初也是，我还看过他的奖状呢，啊，我拿过大奖状，于谦什么获得相声大赛一等奖，对呀、啊，奖状拿着显摆，那给人看开心着呢。啊哑巴呀！你什么什么？哎，别说了，哑巴我还得奖了呢！不是哑巴，你得不了奖。哎啊，就哑巴才得奖呢。当年那年俩说相声的要得一等奖啊！那相声评到最后评的不是艺术，评的什么呀？就是你师傅是谁？嗯，你师傅是谁？哦，你是哪个单位？你是哪个院团的？哦，给你一等奖，你能花多少钱？给你，你能花多少钱？好家伙，到最后打的呀，人脑子出狗脑子了。啊，评委们也没办法，那别闹了啊，给他哑巴吧。啊，这给哑巴了。他那回是闹嗓子，说不出话来，就给我了，得了这么一个一等奖。那是不露脸。当然了，你要非得把主流相声界和非主流相声界分开了啊，也不是不行。哦，那也能分。你比如说啊，主流相声界分3个档次，哪三个档？第一，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哦，著名的可以上那种大型的晚会，嚯、哦、啊，有大背头，哎呦，穿一制服，嘿，抹一小红嘴巴，啊，捯饬的跟北朝鲜政府官员似的，嗨、啊，往这一站，嗯，激昂慷慨，催人尿下，哦、尿下。他说那个版本，他也不信，你也不信。这俩说相声给人的感觉就是，全世界要没这俩人，所有人都得堕落了。哎呦，啊，就很，哎呦，这个状态。嗯，第一个档次，艺术家。哎，第二个档次是著名相声演员。这个，嗯，大晚会可能未必上得去。哦，但是很挣钱。钱从哪儿来呀、啊？是企业家。
哦，老板们，哎，围着企业家转，哦，蒙吃蒙喝啊，借个钱呐、啊，就跟着一块儿。怎么？山西哪个煤老板聘闺女？哦，打北京拉一车相声演员，哗、哦、送那儿去了。哎呦，都卸到矿边儿。哎，卸在那儿啊。对煤老板全家无限的赞美。哦，说好词儿。我呀，这个新娘子长得跟我祖奶奶似的呀。这什么词儿？哎，然后是夸人家吗？这煤老板，这给三万，那给五万，真不少发财。这都是属于做外围的相声演员。说相声也有做外围的，每年他们跟三亚有一聚会啊，没我们那个，这不一样啊。第二类，第三类就是普通的相声演员，这个大晚会没有他啊，吃这些个企业家也很困难哦。那怎么办呢？吃工资，工资三千五千的工资，那不多。演出呢，就是以慰问为主，慰问不给钱啊？也给啊，200块钱啊，那不多。上台12分钟。中国相声界内部定的时间啊，12分钟哦，上场就唱，唱什么呀？哎，无论到哪儿去，今天比如说青岛，哦，往这儿一站，哎，什么青岛啊，青岛啊，我的故乡，这俩不是青岛人啊，那唱就拿这儿当自己家乡，唱完了再说一个笑话啊，鞠躬下台200块钱，哦，这当家乡这么唱，明天奔太原啊，太原呐、啊，太原呐、啊，我的家乡，哟，200。要改那儿家乡，哎，保定啊，保定啊，我的家乡啊，你瞧，哎，那也就是俩字儿的这个地方，他们唱仨字儿也行，能唱吗？石家庄，石家庄，我的故乡，200。佳木斯，佳木斯，我的故乡啊，嗯，而乌鲁木齐呢？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我的家乡200。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能唱吗？我酝酿一下，哎，这现想，布宜诺。别去啊！别去，怎么不去？这种演员没有护照，嗨、啊，出不了国。你200块钱，你上哪儿去啊？最大的乐趣就跟家里拿手机拍鱼缸，干嘛呀？拍完鱼缸发一微博，哦，哇，我在普吉岛潜水，嗨、哎，这潜水能看见鱼虫，嗯，这很快乐的事情。什么可快乐？这主流相声界，哎，还有非主流，非主流相声界也分三个档次。你说说，第一。都是民间艺人呗，哦，弘扬民族文化，振兴相声事业，哦，拿相声当自己的生命一样，哦，譬如说有，别、哦、闹，有、啊，好吧，啊，好吧，会越来越多的啊，哦，第二个档次呢，就是普通的民间班社，嗯，旱涝平天。是卖500吃500，卖300吃300，是，哎，多挣多花，少挣少花。嗯，第二个档次，嗯，第三个档次就厉害了。怎么呢？第三个档次的非主流相声演员，最早是观众。观众听了些日子呢，揭竿起义啊，起义了，老买票，觉得不足以平民愤。哎呦嚯，120块钱做一大褂，35块钱来双布鞋，嗯，就上了场。站台上也说相声，哦，艺术风格多样化，都有什么呀？有陈胜吴广，有李自成，有太平天国，一群土匪吗？这不是最难惹就这帮，哦，反正是不管是主流也罢，非主流也罢，我很愿意大家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啊，这么多的观众喜欢相声，咱们好好的说，比什么都强，没错，是不是？嗯，当然，同行跟同行之间还是有区别，哦，好多人老恨人家。郭德纲他们很讨厌，嗯，得把郭德纲弄死。哎呦，其实话说回来，真是你把我弄死，你也卖不出票去，是吧？不是说我死了你就好了，那是两个概念啊啊！另外，相声是世上最简单的艺术形式，啊，可是又是最复杂的艺术形式。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行无章可循。哎，那我说相声啊，我这儿说，观众您笑了；我把这个交给我儿子，他这么说，观众就不笑。或者是我让我徒弟来跟我学，他跟我说的一模一样，他也不笑，他很难，他不像其他的艺术形式，唱京剧，我学马连良先生，我连毛病都得跟马先生一样，才能像马先生，这行不行，你要跟谁一样，你就死了，没办法啊。所以说，在相声界来讲，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淘汰率特别的高。啊，有的孩子7、8岁开始来，啊，一学学个10年8年的，到最后25、26了，还得跟他说，孩子，你不适合干这行。还有的更惨的，这都没告诉他，知道吗？啊，我就不适合干这行。适合干这行，你不适合干电工。哎，对，我修话筒比较快。
而且相声啊，难就难在这儿，我们老说希望雅俗共赏，但这四个字说句良心话，真正的体现在舞台上有很多的麻烦。好多人老是说，哎呀，我希望相声更雅一些，这是一个误区。无与泥焉有何花，这分不开，雅与俗是辩证的。哦，啊，太雅了，这个东西就不成为艺术了，太俗了，观众也接受不了。并不是说俩人往上一站，然后你也胡说，我也胡说，观众就买票，那不可能的事儿。谁听胡说呀？啊，甚至说过去我们有这个相声在舞台上说着说着觉得不像话了，别瞎说了，打这么一下，其实是一种技术手段。因为第一，这个扇子是特制的，啊，你会觉得大家啪啪，为什么响啊？我们是经过加工的，不疼，它出声音，但是一点都不疼。对，情绪到这儿了，给这一下很正常。啊，有的人说呀，打人了。野蛮的，有时候我都想劝劝他，要为什么放弃治疗啊？嗨、谁治疗？你看看电视剧，看看电影，嘟嘟嘟嘟嘟嘟，一打机关枪一死，死一山坡人也没看你怎么着啊？哦，这打一下你都接受不了了，这玩意儿还得吃药啊，是吧？包括台上，哎呀，你为什么有时候老拿于谦老师开玩笑？列位上了台这是假的呀？对，你看电视剧，这管这叫爸爸，你知道是假的。那当一枪打死，你知道是假的；一男一女一被窝睡觉，你知道是假的。怎么到我们这儿全是真的呢？是哦，说两句玩笑话就把你教坏了，你少来这套，你来时就是那个玩意儿。真的，听相声的全是好人，有文化、有素质的才能坐这儿听相声。我要求是让你们快乐。如果说在节目的背后你又能悟出什么来了，我很开心。哎，这段相声讲完之后对我有个启发，里边有个人物，这个人做事不应该，我以后跟他学好，如何如何，这就非常好。但这个不是我强加给你，这是舞台，这不是讲台，说相声都讲课了还要学校干嘛呀？所以说好多人就愿意跟说相声的去较真去挑剔。哎呀，你看就听完了相声啊，我这个做人的标准都下降了。我心说你在家还看毛片呢你、啊、没法弄。所以有时候也很为难，不容易啊。有人说相声很简单，这俩人站台上一瞎说就完了。您记住了，最难就是我们这行啊。如果说演小品比我们简单一百倍啊，那就容易多了。它是直观感的东西啊。这个人演老太太，那演他什么儿子，两个人台上哎、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布景有服装，对，两个人来演这，你会亲眼看到这一切的呈现，刻画人物。相声没有，全是我一张嘴告诉你时间地点人物故事情节冲突矛盾笑料，我还得让你笑，是我带着你进入一个幻想这个情景来，你去设想那个楼房什么样，那个人物什么样，这得多的能耐这玩意儿啊！要演小品呢，我们找艺术家了，那真容易。我们来演小品，那还不简单吗？啊！我粘个胡子，我演个祖宗，啊、然后我从先这边我下班回来，然后咱俩还是说相声挺好，我觉得这辈儿落的还小点儿。不，这那个比这个简单的多，是全靠两人。有人说相声简单，列位，哪怕台上有的时候有一种包袱的技巧叫伦理哏，对，就是这边叫儿子，那边叫爸爸，就用这个辈分的差异来找一个小玩笑。啊，哪怕是叫声儿子，那儿答应一声都得学三年。我叫儿子那还有喊 A 的，答应错了，嘴太快。哎呀，于老师，我又吃亏了。啊，刚才我没说明，咱们再来啊。叫一声儿子，德国这是我的家。我得想想我哪年来的这儿。没来。岁数大，我会承认的，我会承认的。老了。怎么就这儿台上叫儿子说玩笑话，你得知道人家怎么叫你才能学会怎么回答，就很难。儿子，哎，儿子啊，儿子，嗯，这叫什么呀？这是平仄音韵学，并不是说叫个爸爸叫儿子那儿答应就毕业了，就光这答应学三年，你说难不难？我们这行跟别的行业区别在哪儿？别的人都是爬山一蹬一蹬的往山上爬，我们这大门在山脚下，
啊，打开门之后，屋里边才是台阶儿啊，所以门一开，是人不是人，连人带狗就全进来了。啊，好家伙！进来之后就有那个偷懒的，不愿意往上爬。得了，咱们跟这凑合吧，好歹也进了门了。得了，你也是艺术家，我也是艺术家。好了，咱们一块凑合，都想蒙事儿，实际上不容易。嗯，不容易，既要跟观众打交道，又要跟后台的孩子们打成一片。你得告诉他相声是怎么学的。嗯，不容易。德云社有自己的相声学校，对，这都在我们这教课。于老师，于老师在我们学校好，所有的老师里边，于老师这份儿。有捧我，如同是天上的星星一样，我就这么亮。哎，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有我没我都行，不是、啊、没你不行啊？怎么不行？我也讲课啊，我一讲课孩子们还有冲嘴的呢。哦、啊，我一说他不爱听的，你瞧瞧，他一说大伙儿都瞪着眼，精神集中，怕他说错啊，塞着我呢啊。你像什么岳云鹏啊，孔云龙啊，烧饼啊，我儿子郭麒麟呐、啊嗯，这些个都是我们自己学校里边培养出来的。哦，一上课的都爱跟于老师斗。对，他这个人好开玩笑。我喜欢斗，一上去啊，上课，然后该睡觉睡觉，我别打扰你们啊。你看哪老师这样说话？哎，睡觉，睡觉，我别，要不我别说话了。啊、嗯、啊，我不出声，别影响你们睡觉。行。从这个时候都我儿子站起来他听说吧啊，你不说话睡不着觉。哎，他听习惯了吗？他好跟孩子们斗。嗯，不睡咱们就上课啊。那讲讲吧，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相声历史。好，水有源树有根啊，相声哪年有的呀？啊，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故事。这上纲上线。郭麒麟又站起来了。嗯，那您说吧，世上先有了鸡先有了蛋呢？这是抬杠。小孩开玩笑啊。也是于老师。怎么着，世界上先有的鸡啊、哦！我回答上来了。我儿子问他了啊，那您说说世界上第一只鸡是怎么来的？告诉他。于老师仰天长笑，哎，生活所迫。这么难的一个题让我给回答上了，我就干儿这个呀，我不容易啊，那是不容易。人家而且哪节课都得用于老师。我都给他们讲，我举例子啊，啊，这节课是相声历史。哦，下课了，孩子们再上课，体育课。啊、哦，那是练。这三十多学生，操场上站好了，干嘛？准备跑步。我都摆上姿势。跑步是锻炼肺活量。对，啊，跟这等着。啊，这儿喊孙老师，孙老师，孙老师叫孙悦。那孙悦教体育，德云社的大胖子，啊，比这桌子还宽。这么胖，我师弟啊，太胖。哦，来那年我就问他了，你多少斤啊？我260斤。嚯！后来我知道上当，怎么呢？秤就到260斤。哎，都打到头了那。孙胖子那裤衩脱下来放那儿，嗯，他要不穿上，你不知道干嘛用的。好家伙！啊，你不像于老师那个两根线啊，别提这个。大胖子啊，孙胖子坐飞机得买两张票，嚯，两张都得靠窗户。哦，那就堵瓷似的给人家。好，那天坐地下，地下一个油印儿，嗨呀，至于吗？大胖啊，教体育。哎呦，你们又多恨他呀！孩子们都站好了，准备跑步。哦，这儿请孙老师，他来。俩学生把孙老师从办公室里架出来了。都得架着出来。操场上有一红木的圈椅，那椅子大。孙老师往后一仰啊，俩学生往这里边塞肉。哎，这孙老师一边挂着办事儿猪过来，把人塞进去啊，脖子这挂着一个哨，这哨干嘛用？他一吹哨啊，孩子们好跑。哦，听这声，拿着哨，哎，先喘，吹吧。啊，我这三口气都吹完了，死了，至于不至于？孩子们跑了啊！这俩学生不能动，干嘛呀？请于老师，我来干什么？代课，带着跑，替胖子跟孩子们跑。哎呦，这儿打办公室，赶紧出来啊！啊，到胖子这儿先鞠躬，我得先把白事儿办了。一转身，于老师像脱缰的野狗一样，野狗一样啊！我在咬着谁？我野马一样，野马狗一样。
怎么非有这狗跟着？好啊，孩子们在抢救孙胖子。好，这才实话实说啊啊，不容易，这岁数四十多啊，小孩们，你郭麒麟他们十七八二十郎当岁数，那算什么呀？啊，跑完了三分钟，平复了，喘匀了，对，进教室，于老再进教室，哎，岁数不饶人，哎，就喘、啊，这口气儿，孩子们还等着，嗯，怎么也回不去，就让这口气儿往下走，啊，气儿是可以往下走的，当然是可以往下走的，气儿就是如同有生命一样。怎么叫生命？上面捂着嘴出不去啊，气儿也琢磨下去吧啊，这是气儿琢磨的吗？这下去找看哪有亮光啊，哪有亮光？哎，前面好像有亮光啊。是吗？呼哨呼哨的啊，这没听说过。哎哎，趁着有亮光出来吧啊，气撑起，震动震了吧，气撑起，降降了吧，气降气那个降降降了吧，气降气气降气，嘟啪！我放出一秧歌背来是吗？顺着身体的中后偏下部啊，排出一股子烟来，是有烟吗？整个教室里半拉教室浓烟笼罩，没听说看不见于老师啊。郭麒麟吓坏了啊，村长老收了神通吧？嗨，哪儿蹦出这么一句的？二十分钟啊，谦儿哥打云雾里，我一直在屁里照着呢。我喜欢被烟雾笼罩的感觉。我改合格物了啊，当然他也害臊，这搁谁死都害臊，失到尊严啊，也难受，不体面。可这个岁数他憋不住啊，那是。后来想有没有办法能堵上点儿？这堵上，来个葡萄，拧上的是吧？行吗？问题是葡萄它容易碎啊，那玩意儿还脏裤衩呢。哎，而且这对您来说，他那葡萄完事改两半了，怎么呢？你是钉子裤啊！别提这个，怎么老有这钉子裤啊？这切开了也是，这没听说过。来个枣，枣枣行吗？枣问题是有糊啊，那怕什么呢？生根发芽怎么办？干嘛喝那么长时间？来个酒枣，泡过的。那要上头呢，碰茶酒架子说不清楚啊，至于不至于？来个藕，藕行，藕很好啊，啊，大小适中。嗯，问题是藕它带眼儿，这您明白了，容易放碎。啊，这挺好，一屁改花洒了。哎，这不行，这不成，这不行。冬瓜，冬瓜。稍微大了一点儿，甭稍微了，就是大了。榴莲，哎嚯！啊，行了行了行了，怎么样？咱们还是商量商量冬瓜好吗？这受不了。我有一朋友啊，开打靶场的，干嘛呀？有用完了那个作废的子弹头，有用吗？给了于老师一个，啊，子弹头黄铜的。这么大，一头圆一头尖儿，是，哎，也很上品的东西。这有什么上品？黄铜的，是，谦儿哥托在手里。嗯，啊，就别掂了。哎，你们那儿不是还有炮弹吗？那，啊，用不着，啊，用不着，就这挺好，知道吗？哎，啊，这么大 啊，找一个大师给开开光，用得上开光吗？这？大师，你给我开光念念啊！还念？怎么用啊？大师都不明白，这就是啊！哎嚯，现演示了，合着。大师点点头，能念吗？嗯，啊，能念，怎么念？福如平安，福如平安。废话，这用他念吗？这个福如平安，上头打眼儿，干嘛呀？拴根绳子啊，脖子上一挂。
挂脖子上。哎，平时没事挂脖子上。啊、哦，用的时候拿起来。嗯。再上课举手、哦。也没有这么精神，这个啊，没事儿，我抽了烟了似的，很开心，很开心啊。当然了，你不能老带着。哎，下了课了或者差不多呢、嗯、也得让他见见天日。嗨，不用那么文静，上哪儿去把他拿出来呢？啊，教室里边都是孩子，再让人看见，办公室里边还有老师，人也不少。最好的地方就是学校的公共厕所，上厕所就可以。哎，一望两望没人啊，于老师奔厕所。哦，嚯，我上厕所唱戏去了吗？这，哎，行了，我在尿坑里头一会儿。厕所没人，那没人，闻闻心神。我好这口是怎么着？我这是闻心神的吗？这不是精神啊！哎、我到那儿过瘾去了。干嘛呢？这是。40分钟啊啊！厕所都没味儿了。那是，我都中毒了呢，脸都黑了。好家伙，确实厕所没人，没人就赶紧。我再到旁边男厕所看看。哎，嚯！回来吧，你行行，甭看。合着我一直在女厕所那磨着呢。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用这么细致，这是到了男厕所了哟。啊，闻闻有没有生人味儿？哪儿有生人，就是生屎味儿了。哼，整个人为之一震。哎，比扎了针都管用啊！是开心的啊啊！解裤子，找这绳子头，还甩一头出来。别甩了，甩什么？天真呐！啊，这是甩出上面的血。好家伙，这大师白念了。很平安，还走什么平安？能蹬出来就平安，那是比哨平安啊！墙上有一钉子啊，挂东西。行，别擦了，不是什么干净东西。哎，拿手一摸啊，啊，兜里有一包面巾纸。哦，你就来了，方便一下吧。也行，解裤子蹲那儿方便。啊，哎，方便完了，把这拿出来一撕。哦，擦吧。小面包。啊，我这手感也太差点了吧。你这小面包，这有什么用啊？哎，吃了，我就在那儿就吃了。做思考状，这嗨，吃就吃，思考着呢，非得等人来，可不是吗？谁上厕所找着要纸？啊，20分钟、嗯，孙胖子来了，嚯、哦，他反省过来了，嗯，进来，大胖子、啊，大胖子一进厕所愣了，哦，整看见于谦蹲在那儿剔牙，呵，恶心不恶心呢？我还剔牙。这一面包不够塞的吧？孙胖都傻了啊！没见过在那儿踢啊！看什么看？啊！你来晚了啊！啊！我都给吃了！好，胖子愣了啊！都给吃了啊！哦，就别嚷了！你倒说清楚，什么都给吃了啊？胖子啊！有点纸，这正事儿。没带纸啊？嗯。孙胖掏纸给于老师，给吧。哎，胖子自己这儿先把脖子上这哨摘下，干嘛？挂着。这是？就一个钉子，就挂那钉子上。哎，胖子这哨跟您那子弹头挂一块儿，都挂那儿了。孙胖子解裤子，嗯，蹲下方便，干这来的。这儿蹲下。行了，好，
还提速了。俩人挨着蹲着呀，啊，于老师支棱耳朵一听，哎，这我这都是坑，我还一个腿这么站，嗯，大气啊，什么可大气？一听啊，哭嚓哭嚓啊，于老师就勾起食欲来。这没听说，我听说能勾起食欲来吗？想起来小时候最爱吃的一样东西，什么呀？芝麻酱或红糖。呵，那么恶心。哎呀，还听着，鼓掌鼓掌，叫我容易找。一会儿我就买去，买去了，买芝麻酱或红糖。嗯，站起来，系上裤子，往外就走。走吧，出去又回来了。怎么呢？忘擦屁股。这嗨，太忙了。擦完了屁股，嗯，怎么着？我那小子弹头还在那儿挂着。别把这忘了，这要拿过来弄上，孙胖子看着得笑。别让他看，拿身子挡着孙胖子。哦，伸手摘这绳头，摘，就把这哨摘下来。对，后挂的就先摘下来。孙胖子这哨定制，哦，纯铁的，哎，十二斤，没听说，十二斤的哨，大铁哨啊。于老师拿过来挡着胖子，哎呦。往常你想子弹头这么大，嗯，一头还有尖儿，往常，哎，叫，哎，哇，我这一下塞天真了，给我，就走了。今天不一样了，是呢，大铁哨，行了。您就不明白了，您这是男人就要对自个儿狠一点，知道吗？好家伙，十二斤大铁哨，我这负着重呢，那可不，这一躺下都到扁条线了，没听说，至于这么长吗？这哨，慢慢磨合呗，这叫什么磨合呀？好家伙，我都快坐地下了，跟上刑场似的。哦，出去了，嗯。孙胖子不知道啊，啊，方便完了，系好了裤子，嗯，一伸手把这子弹摘下，啊，好，哎呀，嚯，还不如我这个呢，学生们都等着呢，啊，啊，这节课于老师的课，啊，门一开，嗯，于老师昂首挺胸进来了，我这是昂首挺胸吗？心里的状态是昂首挺胸，是还没磨合好呢。啊，同学们好，哎呀，老师好，人家，嗯，于老师突然间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了？这节课一下课，我可以去买芝麻酱或红糖。好，还没忘，心情愉快啊，人一下就放松，放松好，一放松就全松，什么叫全松？这股子气儿可就没憋住，哦，打后边。哦，孩子们都傻了。啊，我儿子站起来了，我实在跑不动了。是让你跑步，怎么又是体育课呀？谁说是体育课？脸红了。那是讨厌啊！郭麒麟，嗯，这节课课间休息都出去玩，你不许动。好，你也不许上厕所，受罚，罚你做卫生。呵，下课大伙都出去了。嗯，教室里就剩我儿子一个人，留他擦桌扫地都完事儿，恨得慌。你不让我上厕所，打刚才就想去厕所。嗯，不让去不去吧。嗯，不让去哪儿都是厕所。这叫什么话？讲桌后边有老师一把椅子，那是我讲课坐的。于老师的，郭麒麟上这椅子，嗯，裤衩，哎呦，这搞了一坨便便。嗨，就说在那儿了。小孩淘气，啊，拿笔写了个条，写的是仨字儿，我拉的。这多大胆子，这孩子！放桌子上，啊，转身出去了。嗯，一会儿功夫，于老师回来了。啊。很开心，开心，芝麻酱火红糖，哎，终于吃上了，开心。瞧瞧，嗯，芝麻酱火红糖，啊，谁说的？哇，哎，你明白了。一看桌上一条，我拉的，就知道是孩子们淘气。对，等着吧。啊，门一开，啊，岳云鹏进来了，小岳。
老师好。这仨字念什么呀？我拉的。哎，好，这就打呀！站着去，罚站。站这儿，又一开门，又打外边。孔云龙进来了，怎么那小三儿？啊？怎么了？挨罚了？啊？好。老师好，念什么呀？不认字挨罚了吧？我拉的。哎呀，这也没跑了。这屋三十来个学生，嗯，每人挨着一顿打，哦，全跟那儿站着。那是。到最后，郭麒麟进来了，就是他。辛苦大家，辛苦受累了，辛苦啊！不受累了。老师好。嗯。念什么呀？嗯。不认识，不认识。你怎么能不认识呢？什么呀？我拉的。嚯！满屋的人都疯了啊！你拉，你打我们。怎么那么乱？孩子们憋着打老师啊！千钧一发，操场上乱了。快来人呐！啊，孙老师中枪了！中枪了！全出去了啊！你瞧瞧，到操场一看，孙胖躺地躺着啊，嘴里含着个子弹，哎，脸都黑了。哎，那也是熏的。那孩子们还捧呢，练过。怎么？准是子弹过来，张嘴叼住了啊！叼住了。哪那么大能力？教室里边就剩下于老师和郭麒麟，我们俩没去，爷儿俩对着脸站着，算算账。于老师急了啊！郭麒麟今天跟你没完，说的说的，我非打着你。对了，孩子说为什么呀？啊，为什么啊？这是什么？我说出来，芝麻酱破红糖。你这孩子嘴真硬啊！啊，芝麻酱破红糖，嗯，我让你心服口服。你要怎么着？哎呦嚯，嗯啊，哎呀！